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嘛？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跟大家見面，今天大家看到就是郭博士在我們身邊，很坦白說，其實就情傷了郭博士很久了，但郭博士呢就因為太多雜務纏身，剛剛有少許時間，得閒就立刻請他上來，所以第一樣首先多謝郭博士先。不要是我的社會工作嗱，咁啊，博士咧就我哋閒談之中咧，其實就已經係引用 Google 嚟嘅。頭先咩問題都問過佢，總係有啲即係嗱天南地北，有中有啲嘢咧就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有啲解答唔到嗰啲咧，一講即刻答到。係，即刻答到啊！所以嗱，今日咧就大家動起耳仔聽下，因為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小勞多得玩到99。咁咧大家唔使擔心嘅，一定有啲神秘嘢喺度嘅，係咪？因為郭博士即係收埋好多料嘅。我唔知你平時你自己節目有冇公布？曬出嚟啦，留翻啲獨家料喺呢度爆啊 ！OK， 咁但係一兩樣嘢咧，我就要喺度宣佈先。咁呢個我諗我日後都會不斷即係適當時間提翻俾大家啦。就係咧好多時我哋請啲嘉賓上嚟嘅時候咧，事後有啲朋友啲聽眾咧就打電話上嚟或者 PM 我哋問點樣聯絡啲嘉賓。咁我好坦白同大家講，呢個節目係唔做中介嘅。所以有關呢啲問題咧，我哋一向我哋都唔答噶啦嚇。咁至於嗰個嘉賓有啲咩幫到手嘅時候咧，麻煩大家自己透過你個互聯網或者其他方法咧，好去揾翻佢哋啊。OK 嚇，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首先要解釋一下點解郭博士咧就即係我哋去特登揾佢上嚟咧。個原因好簡單，即係大家而家生活喺呢個21世紀咧，就相當之迷茫啊，尤其是係年輕人啦嚇。即係何去何從咁樣，咁大家唔使擔心，呢個節目唔係講政治啊，唔係講政治上何去何從，係生活上何去何從啦。做人應該點做法啦？咁有啲咩嘢可以幫到大家去提升自己嗰個精神、心靈同埋甚至物質，係嘛？所以就小勞多得咧，應該係包括兩個層面嘅。其一最緊要就係揾到錢啦，即係唔使做咁多都揾到錢啦。其二咧就係唔使付出咁多心力咧。生活都過得幸福少少，幸福多少少。咁啊，郭博士呢個前提啱唔啱先？唔好撞板先。係，唔好撞板先，即係唔好話一定做啱嘢，唔好做錯嘢先。唔好做錯。最緊唔有啲唔錯得。唔錯得㗎，基本嘢。嗱，咁但係第一樣嘢咧，我想即係近而家啲新聞咧，我自己嗰個時事節目入邊，我哋都即係講過少少嘅。就係咧，我第一樣嘢想問下郭博士啦。而家好多人去旅行咧。係啊。去旅行，我自己都有經驗喎。突然間喺嗰度暴動喎，嗰度爆炸喎，即係我真係遇到添，真係我講係暴動啊。咁就其實而家去旅行咧，需唔需要即係去揀一啲安全啲嘅地方咧？揀就應該嘅。嗯。
即係你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危邦不入，你冇嚟去挑戰呢啲嘢，冇必要。知山有虎啊，冇必要。但第二咧，就算喺安全之中咧，係會最多危險嘅。特別你去一啲好多國家，好多人有錢，佢更加唔捨得我住靚嘅酒店，五星級酒店、六星級添，或者我去啲好高級嘅場所，嗰啲反為最多危險喎。譬如我做恐怖分子炸嗰陣，炸啲六星級酒店啦。我冇再炸個三星級啊、兩星級啊，或者 B&B 啊。此其二咧，有啲酒店咧，而家係起到好高啊嘛，嗰啲又危險噃，一火足夠唔到喎。雲梯都懟唔到上，懟唔到上。所以我哋有經驗咧，無論佢有冇安唔安全咧，都有個基本上嘅就話，第一你出門咧一定要有一套，頂到兩分鐘的防煙罩咧喺個旅行夾度。我未冇帶過呢樣嘢出街喎，下次要咯。佢俾你唞到氣兩分鐘嘅，因為通常一失火咧，你係焗死嘅啫。唔係燒死，係焗死，焗死，焗死。因為我哋人有肺，唯一唔焗死咧係密封嘅啫。即係所以點解嗰個聖母院大教堂上邊嗰個蜂巢係保存得到？佢冇肺啊嘛。佢蜜蜂冇肺啊，其他動物有個肺部咧就死噶啦，啲龍已經入嚟充滿曬啲肺嘅肺氣孔啊，咁你咪死。所以我哋首先咧要戴一個嗰、那個逃生罩，一吸住，你戴住個頭一拉條繩，咁你頂到兩分鐘嘅，兩分鐘做到好多嘢噶啦，好多嘢好多嘢。兩分鐘，咁你一入酒店，你首先咧要自己做一個安檢啊。copy 一出門口邊個安全路咧行一行，咁你有個潛意識入咗去先，即係個密碼，即係我左轉或者右轉行去邊度咧就係安全門嘅。咁你戴起個罩咧，一定走到出嚟噶嘛。咁要避咗嗰個高樓啦，十樓以下咪好咯，救到你嘛，啱唔啱？呢個罩好緊要啊，救命嗰逃生罩，一定要戴嘅，好平啫。而家台灣賣都係100-200元。哦，咁我即刻走去搜，即係搜落。佢最重要係佢嗰個嗰塊面咧，加個工啊。佢有少少濃煙嘅温度高咧，佢唔溶啊嘛。你先擋到噶嘛。明白。因為咧，你溶咗咧，你都冇效。佢頂到兩分鐘，咁你可以走到。咁你嗰啲手提電筒緊自己要帶啦。係嘛？你一著火嘅烏燈黑火噶啦。係。所以我哋一定有帶。俾我手袋我都有最強嘅手提電筒㗎。係。千祈唔好搭呢把，記住啊。即係一個準備一個求生袋。係。電筒。啊，裡面咧即係有一啲叫最基本嘅一種求生嘅設備。係。咁啊，幾圖要睇一睇啦。就最近有套戲咧叫《Hotel Mumbai》係嘛？係。就係都係未落畫嘅，未落畫都係。講類似的事情啦，就係、是、突然間有班恐怖分子就衝入去嗰個印度嘅最高級酒店嗰度啊，係嘛？好啦，咁點解我會觸起呢個疑問咧？就因為咧，大家知道啦，就係、是、伊斯蘭加一個我哋都理論上唔係太熟悉嘅地方咧，就近排咧就連串嘅恐怖襲擊。咁文俊博士，好似你原本係去嗰度嘅係嘛？我哋六月去嘅組團嘅，成30人嘅，30人去嘅。而家我哋都一定要取消啦。咁同埋斯蘭卡咧係我舌根空嚟噶嘛？點解？我嘅成功榮華富貴都呢個國家俾我嘅。哦。點解佢影響我榮華咧？榮華咧就話喺個世間嘅榮譽咧，富貴點解係佢俾我咧？我咪喺嗰度做生意，但我老師係石蘭和尚，大和尚。我喺身上學到一啲處理世情嘅學問。我哋今日講少少呢樣嘢啦。就點咧變咗我可以少勞多得。咁但係照計嗰樣嘢係佛法嚟嘅，點解會？佢就係佛法嚟嘅。點解會？佢係用喺世間嘅。可以點解？因為佢當年佛祖咧開咗兩套學問，一套咧專係俾出家人用嘅。即係你有緣分出家做和尚，咁有一套學問俾你。嗱，你出家人點樣做？點樣有咩守則？點樣做？係嗰套。但我嗰個動機同個心法咧唔同嘅喎，因為我俗家人啊嘛，我咪做和尚啊嘛。咁變咗我老師當年咧就俾咗另外一套，就專係俗家人用嘅。俗家人咧要揾錢，
要知道哪裡有錢賺，或者你怎樣知道令到錢來賺你、你賺到錢之後呢，你怎樣用錢出去呢，不會用錯、好啊，去到那上下要怎樣停，那 你不停，你整天掛賺錢，那你的人生的生命不只是賺錢的嘛，要玩一下，有時你還要賺一些安心偷情啊最近前面那兩個字最重要，安心安心偷情，偷食得來要安心那你還有很多很多譬如說你很多那些世間的文化、世間藝術啦，很多東西享受的嘛，很多東西的，但我也覺得有一樣東西的，怎樣回饋社會啦，那個就隨緣隨份啦，你能夠懂得回饋的，那你的福氣啦，又沒有人強迫你回饋的，這些就各有前因，又各自修行，我哋唔叫人去話 push 去做嘅。但係咧，每日個世界咧叫你咧，你要回輸出去嘅，你吸啖氣嚟，一定要呼翻出去。你要呼出去，你食完嘢你要排泄。係，你都唔聽我大自然呢俾你嘅信號，咁你自己戇居啊。係咯，係咯。咁同埋你，你最簡單，我哋人先識得感恩噶嘛。係。咁你由出世父母照顧你。到你社會，你走的馬路，你用的用品都是別人做給你的，那你欠人很多的，那你有機會都要還回來，丟丟磚是不是應該的，如果你不丟丟磚，世界是發展不到的。好了，我們小豪多德為什麼說要講這個節目呢，多德不一定金錢的，你沒有給那個金錢的慾念綁得你那麼重呢，你揾少啲，你咪多咗時間陪屋企人咯。你揾少啲，做少啲，你咪多啲時間可以照顧多啲父母咯。唔係父母有病喎，你陪佢睇下大戲啊，陪佢聽下音樂啊。你揾少啲，你咪多啲時間俾自己搞多啲安心偷情咯。唔係，仲有錢多，錢多，大家唔好淨係覺得一定係越多就越好，錢多都有一種壓力。我哋小豪多得唔代表你多得咗錢嘅，但多咗好多嘢，你原本失去咗嘅嘢咧，你揾翻嘅。係，所以呢個真係好比較。不過阿博士，我一聽到你講呢個斯里蘭加咧，我第一個最有興趣問你咧，就係斯里蘭加係咪南傳佛教嘅？第一本。有文字的佛經是由斯里蘭卡結集的，是什麼文字？在2800年薩卡拉連文，什麼是薩卡拉連文？新卡羅文，我沒聽過這個，是斯里蘭卡的獨有本身的文字、當年在2800多年前在大廟斯里蘭那裡有個大廟，到現在還在這裡、就集合了一班高僧，就口傳出來佛祖，以前當年呢佛經是口傳的，可以一眾眾十幾萬噶嘛，個個以前啲人係叻啲嘅，記性好啲，好啲好犀利嘅，咁啊眾翻出嚟咧就用薩卡拉連文咧就記錄咗喺啲貝葉嗰度，所以第一本有文字咧就係斯里蘭嘅。我睇到嗰啲佛經咧，即係舊嘅佛經咧，佢唔係一本書嚟喎，係一塊葉，一貝葉經嚟，貝葉一塊葉，就係斯里蘭開始有咗之後咧，到英國人統治斯里蘭卡咧。用了110年的時間翻譯了英文版本，所以現在世界最完整的佛經就在英國，英國那本巴利語學會的巴利文的佛經，我在九零年送了一套這個正式的佛經給中國，就是送這個英國巴黎學會的佛經，就是錫蘭譯過去的，那錫蘭呢就是一個佛教國家，那他那個南傳佛教在本身錫蘭是叫巴黎系佛教，他因為不是文字來的嘛，巴黎系當年佛祖講的經的語言就是巴黎語，沒有文字的，有文字就在斯里蘭卡第一本有文字，他那個宗旨是怎樣呢，佛祖講過的話我們照講，佛祖有答過問題，有人問到我們跟他照答，如果佛祖沒有答的話就不答，這個就是他們斯里蘭和泰國守則來的，就不會說自己
即係諗啲嘢出嚟。諗啲嘢出嚟，代佛祖答嘅。譬如佛祖有十幾樣嘢唔答嘅，佢咪唔答咯。我佛祖呢方面冇講我。好啦，咁佢哋就成嗰個認證系統啊，搞得好好嘅。佢係純粹咧係俾人哋嘅佛學咧，就係學問嚟嘅，係指南針嚟嘅。不是宗教來的，即是說給一個指引你，你這樣做就有這樣的結果了，那就純粹是開啟你的智慧的，沒有東西保佑的，即不是那些宗教的東西，是做人做的東西，我直接給一個經驗你的，即等於我們去哪裡旅行，我們就上圖書館找些資料，或者去找個街帶我們嘛，你就不用盲摸摸咯，即是他釋迦牟尼的學問就是他寫低，你想這樣做你就這樣了，你想成仙成佛就要走這條路，你出家，你不成仙成佛你玩俗家人遊戲，你俗家人遊戲都有遵守俗家人的守則，之後你還可以做俗家人修行，將來你有機會一樣可以成就的，即是他開兩條路，他兩條路最大的不同，你做出家人叫犧牲之路，你割愛慈親嘛，捨棄曬妻財子到飯立富貴嘛，咁咪犧牲嘅，決心好強嘅，犧牲嘅，犧牲曬世間嘅慾望咩斷曬，有好多戒嘅，啊犧牲之路，我俗家人就唔係喎，你俗家人咧，你冇有個家庭，全部要養妻活兒喎，最起碼都要養自己喎。咁你世間謀生喎，咁你世間謀生咧，面對好多問題，好多人事糾紛，乜嘢都有，又有社會嘅衝擊，你係唔可以離開嘅。咁你用咩方法面對啲問題咧？咁呢個叫征服之路。係，你一個犧牲，一個征服。呢個征服嘅，你唔使逃避，你係面對佢，但係你征服佢。錢係本身冇罪惡嘅，你要用錢，但係你點樣揾錢先乾淨？點樣有智慧揾到錢？又怎樣有智慧用錢出去，這個征服之路。好，如果你不懂走征服之路，不懂個方法，金錢就變成害了你，名譽變成害了你，身份地位就令你入間房，即是肥仔平之流。你要講講這個人物，我覺得對不對？你沒有呢，還好一點，你入不了，如果你不懂走這個征服之路，突然被你繁華富貴，咁你就收工啦。好，嗰個災難。咁你講到呢度咧，又要翻轉頭又問下郭博士啦。咁釋迦牟尼一個即係二千幾年前嘅人物啦嚇。佢當其時個社會同我哋今日唔同。咁點解當其佢會知呢嘢，同埋點解佢知道嘢係即係咁多年之後都仲用到咧？好似我哋今日飲啲水同幾千年前差唔多咗，冇咩改變喎。你可以咁講啊，幾千年前嗰個係進步過而家，而家有好多啲嘢啊，退步曬，退步曬啊！以前飲啲水仲靚啲喎。係啊係啊，嗱呢個咧又要涉及啊，有少乜嘢啦？真理咧永遠都逆流嘅，唔可以順流嘅。順流嗰個唔係真理嚟嘅喎。即是大部分人都相信的事，或者大部分人在做的事都不是真理的。不是真理的，那個是世俗的，它是逆流的。譬如我們正式佛學，我們要捨得，要丟下，你有些呢要反過來，你要拿別人的東西嘛，所以它是逆流的。那你一你沒有膽，哇那就死了，沒了怎麼辦，它不知道呢，你有那個捨心的時間呢，你的視野和眼光和心量都不同。哇，這個很重要，阿博士，即是說做大事或者即是修行，就是要放低寫字。你寫不到，你就再，你的杯你不倒了，你倒不到新的東西進來的嘛。我可不可以用一個比喻呢？我想博士都即可以評論一下，就是當年蔣介石和毛澤東打的時候，就你不斷佔地，毛澤東就不要地。他要人嘛，要人，要人，佢攞，佢就放得低個地係嘛？佢攞人心，嚇攞人心，即係放得低個地呢個係。但係佢哋兩個人有兩個人有啲分別嘅，一個就出身貴族，蔣介石嗰啲正統出身啦，廣武堂啊、黃埔崗口啊，做校長啊，一個做古惑仔啊，大佬，大家睇嘅佢有咩都冇啊，佢同你賭噶，你唔敢同佢賭啊嘛，佢想贏你嘅，知唔知啊？
佢梗打泥箱捉腳添。你我哋係嘛？你又要顧慮呢度，又顧慮呢度。係太多包袱係嘛？同埋你講毛澤東做個對比咧，毛澤東嗰個咧係一個兵法嚟嘅，一個策略嚟嘅。咁啊，頭先阿郭博士所講嘅，即係佛祖所提及嘅咧，就係波野精神嚟嘅，就點樣掉，點樣抌，點樣唔愛啲嘢。唔係愛邊啲唔愛先，咁如果唔愛就唔係隨便唔要啊！你要知道，同埋要放低。我取捨有智慧，因為你唔係和尚，和尚啊簡單啦，乜嘢都寫曬算數，一個寫字搞掂，唔使再諗噶啦。總之咪要寫曬，佢自然咧就掂噶啦。你就算一個泰國和尚，佢又唔識字唔識成，總之守曬嗰個和尚嘅戒律，係唔識字，佢都掂嘅，一個清淨啊嘛，已經冇污染啦嘛。但俗家人不同啦，俗家人你要面對個世情咧，你真係有智慧先能夠分辨是非是惡嘅。真同假，你最緊要啊嘛！如果因為咧，你會中招啊嘛。你中招唔緊要喎，你仲害埋隔離咗有啲人中招啊嘛。係啊，你死啊，雷街坊添啊。係嘛？啊好啦，咁頭先啊，各位提到呢個咧，一陣間我哋可以再深入分析。但係問題就係你個因緣際會點解你會去到斯里蘭卡？因為你以我理解，譬如呢個地方唔係好多人熟悉嘅，亦都唔係話一啲好先進國家嚟。因為我當年咧一涉及去學佛嗰陣時咧，就一路追求啊。追求喺中國人社會，梗係第一個先係揾咗中國和尚啦。我第一個和尚嘅皈依師傅咧，就係而家沙田坳度發藏寺嘅何清法師。現在沙田發藏寺，沙田坳有一間發藏寺，我在圖書館找資料撞到他的，就他做了皈依師傅。何清師傅呢，就天童子出世，即是出生的，修禅宗，是林濟宗的人。寧波天童子。天童子那間，他是湛江那邊有一間，他當年起天童子，天童子是武則天咸宁五個大的省份都有一間。他就是林濟宗的，我們林濟宗是修禅的嘛。禅宗，你不是看那些正心啊，禅宗的術語啊，跟著你最巴閉就講六祖壇經啦，不立文字啊，見性成佛，直指人心。是啊，你咁嘅人心都唔知邊度喎，大佬點指啊？有七個向方向喎，咁你好啦，玩到只係指肉心嚟嘅。咁你再指，咁你梗係睇《靈嚴七劍》。係係，《靈嚴經》啊，《靈嚴七劍》就講心嘅。咁你最大鑊喎，喺佛學嚟講咧，講心而無心喎。你無心又要講心喎，咁呢啲係和尚就啱用嘅喎。佢得閒喺度研究咩性，咁啦，拎拎查查，唔使養妻護兒。你俗家人唔掂嘅喎。你玩嗰套出家人遊戲，講話點解喺南亞國家、佛教國家咁落後咧？後屘我做研究咧，就做到咧，原來俗家人咧係多數拜和尚做師傅。咁和尚咧就將佢學佛學嘅常識嗰、那個犧牲之路嘅理念咧，就教咗俾俗家人，個個咧就要寫低。避靜，匿埋修行，唔好理出邊啲嘢。係啦，咁啊撲街啦，個社會咪冇發展咯，與世無爭，係最興與世無爭噶嘛，放下自在。但你自己放下，有能力都冇出力，人哋就撲街啦。唔係你屋企唔自在啊嘛，即係屋企撲街啦，你自己放下。你屋企唔自在啊嘛，你放低咗，就跟住個和尚或者跟啲寧波車周圍走去尋師房，有拎拎查查，查一兩查，屋企都唔掂。所以佢咧就喺呢度咧行錯咗，佢就唔知道咧，原來佛祖當年咧，仲有一條路咧係走征服之路嘅。你越多錢就越好。你用錢嚟做世間事點唔好先？係，唔需要逃避。咁啊好啦，你話個個都想揾錢，你用咩方法揾錢咧？佢嗰個征服之道好多學問嘅喎。第一教你處世有七個方法，第二教你首先你要學識有咩見地，即係話你有咩觀察力。你面對呢個世界，大家或者你面對呢盤棋，嗰個盤棋㗎啦，你點樣行法咧？呢個就我哋征服之路最重要嘅，亦都今晚講嘅主題。因為而家我哋睇教育，先生都唔識啊嘛，佢都冇教你個人，你本身你行落個世界，
人有咩長處，有咩短處，你唔好浪費個長處啊嘛。即係等於我哋剛才講，舉一個例，全個宇宙嘅生命動物，只有人先可以制定時間同埋守時間噶嘛。係人先做到嘅。你約人幾多點，幾多分見面？動物唔知幾多分見面可以同你相約噶嘛。好啦，如果你人，你一不守時呢就不是人來的，是禽獸，不用說第二樣東西了。聽眾聽著，講笑話，不守時的人是畜生來的，不是動物型，是動物型，是動物型才沒能力去守時的嘛，即大概就算了。你是人，可以守時，你不守的，時間是人創造，你就浪費了人的其他人本分咯。好啦，人嘅技術嚟噶嘛？喺德國人文明技術，佢更加一覺得你一唔守時咧，更加唔可以同你合作做事嘅。唔相信你，佢都未去到相唔相信先，即係佢一計數，你彎緊嘅喎，揾佢做嘢，已經唔守信啦。即係你一關過唔到。好啦，以色列人咧，猶太人咧，仲多一重顧慮。佢你一唔守時，即係你，我未同你開波，你約我唔守時，即係我浪費咗我時間啦。我時間係金錢噶嘛，猶太人觀念。咁你屌未撚做生意，你揾我笨柒啊！屌你守時，你咪即係唔係做係損失？屌你，佢哋金錢就係時間，時間就係金錢啊嘛。所以佢係最大忌，所以咧，大家年輕人知道，你想成功，第一你要做翻人有嘅本分，守時基本嚟嘅，基本嘢嚟。日本人都其實好重要，好重要呢樣嘢嘅，因為你係人嘅嘢嚟噶嘛，你唔做。嗯哼，其實我哋中國都應該好守時嘅，即係華山論劍十年之後都唔改。但係嗰個 promise 嚟嘅啫，嗰個唔係守唔守時。係嘅，唔係都其實異曲同工，都係講緊嗰樣。好啦，守時先，你唔好浪費。你想少勞多得，第一要守時。第二講嗰個誠實，唔係信用嚟喎。大家不要搞錯喎，好多人講話啊，你信我啦，我信你，信我啦，屌我點解會信你先？好啦，你個誠實咧係人先做到喎，又係，同埋個誠實咧唔關乎道德嘅事喎，同道德冇關嘅喎，好多人搞錯咗，屌佢忍唔老實，當你係一個冇道德嘅人搞緊錯，佢唔誠實嘅人咧唔可以合作。點解？就話我就算做古惑仔，同你夾粉做撈世界做衰嘢，都要誠實。屌你！你真實你埋唔到位嘅大佬。係啊係啊嚇！咪尤其是道義就係呢樣嘢。唔係你埋唔到位，唔好講道義先啦。你因為你嘅誠實咧，係令到大家個運作暢順暢順噶嘛。即係如果你唔誠實咧，嗰個係social cost，一個社會成本嚟，嗰係即係大家都要付出成本，係嘛？你會損失噶嘛？如果你真係做世界啊，全部齊齊落落添啦，係咪啊？所以嗰個真實咧，同道德冇關噶喎。好啦，我哋學咗啲學問咧，咁啊遵守呢個真實咧，犀利啦。大家第二樣嘢嗱，除咗守時，第二樣你要真實，就唔好自己呃埋自己。我憑一個真實，一生人除咗係貴族出身嘅人，可以不勞而獲。人好難不勞而獲嘅，係好難嘅。你只可以做到少勞多得，做少啲啊，揾錢多咗，已經係不容易。但係咧，你有貴人。好啊！第二，你想做到今晚講嘅小勞多得嘅人物咧，你要有貴人。咁啊，博士啊，你講到貴人咧，就你個真實先招惹到貴人啦。但係問題就係，以我哋喺嗰個玄學上面睇，貴人就係你出生已經決定咗你有冇噶嘛？唔係，全部搞錯，全部搞錯。你出生決定有冇嗰個，你父母係你貴人。出生有錢佬係你父母，嗰個就係你貴人嚟嘅。但後天嘅貴人咧，就係你嘅行為咧。招惹翻嚟嘅，咁你招惹翻就係你真實誠實啊，誠實咧就會感應到貴人嘅喎，咁你揾人做工作、做工程、做成，你信一個老老實實啦，只是交貨一唔肯上升，你話你冇撚講咩咗嘢，古惑啊，你明唔明啊？好啦，佢你想做小勞多得嘅成功人物咧，無論你打工好，出嚟做生意好，真實咧好緊要，同道德冇關㗎，係。
跟道德無關啦，冇關嘅，冇關。同埋誠實咧，其實係係咪應該係一個品格嚟嘅？唔係品格，唔係品格，唔關品格，係功利上嘅。嗯，係你有著數嘅。係，即係大家誠實做件事咧，你個效果一定好嘅。係，嗯，咁我有純粹係功利性嘅。阿郭博士，因為而家咧好多人咧口講誠實，心裏邊樣。唔係啊，誒，佢同你講口講誠實。去到收尾結果嗰陣咧，你會發覺佢未必係誠實嚟。嗱，嗰個第二樣嘢嚟，嗰第二樣嘢咪點樣睇咧？呢個嗰個第二樣嘢嚟，所以咪睇佢時間性咯。嗯，同埋你有冇測試過佢能力到邊度啦？同埋你要諒解佢有啲佢唔係佢有啲係人為或者蓄意噶嘛。係。有啲人有意外，佢唔係真係想出事噶嘛。嗯哼。即係喺個能力範圍之內。但係你做事嘅時間咧，你事前嘅分析咧，佢唔可以你俾佢做啲嘢係。超乎能力，超乎能力噶嘛、嗯？你明知個人佢做唔撚到嘅，你叫搞呢啲嘢實死噶嘛、嗯？自己有責任噶，即係話係控制範圍之內咧，你一定要真實的。即係呢個就係你觀察人嗰個能力咁嘅，即係嘅眼界啦。嗱，咁阿博士，我唔使觀察噶，嗱呢個好簡單嘅啫，係、你自己定一套遊戲規則俾佢、嗯，即係等一人埋地廟街捉棋、嗯，我擺個棋局，唔該你踎低、你行到就行，行到就唔好撚行。一、二、三，冇清楚。係，唔使話觀察嘅。你等於美國佬人哋點樣贏你中國要搞呢啲嘢咧？諸心論咧，就話啊呢、這個唔啱，別有用心，樣撚樣估嘅。啊，咁你個社會咪混亂咯。但係點美國唔使咧？咁撚多麥當勞分店，佢整撚咗個程式。你係咁做，個個都係咁噶啦。咁同誠同你嗰個老唔老實唔肯關佢事喎。係啊係啊，嚇、你做到。我哋所以我哋在國家想發展，我做人想發展，你要分清楚。我哋去做工作而家，唔係講交朋友，唔係要講道義道德，唔係成唔好撚講呢啲。我係講係純粹世間商業運作揾錢。我點樣可以贏呢鋪？就要真實。係真實咧就有效果㗎啦。嗱，博士頭先你提到即係貴人啊。咁喺行業上邊有冇呢、這個即係邊啲行業多貴人，邊啲行業即係難遇到貴人咧？涉及嗰啲公眾行業多啦，你譬如你做嗰啲茶樓、酒廳、餐廳啊，遇到好多陌生嘅人啊，做酒店啊，有條做酒店，慢慢企門口都俾人認咗做契仔富貴啦，個門口，有啲做沖涼鋪啊，成都服侍到個大老細，關照佢就富貴啦，即係嗰啲公開嘅行業咧。接觸到外人多啲咧，就最多貴。其實咪等於好似流水咁樣，即係嗱，如果譬如你做一個一潭死水嘅，你來來去都係見翻嗰班人就冇乜機會。你匿埋喺嗰個沙卡拉度電腦房入邊，日日喺度，咁你何來有貴人啫？貴你老啊多，屌你係咪？係咪啊？所以咧，你話你選行業嘅話，你能夠活潑啲嘅，open 啲嘅行業，你有機會嘅，咁你咪可以。但係唔係人都適合做呢啲工作噶嘛？有啲人係見到人驚噶嘛，尤其是而家好多呢類。哦，咁你要克服自己喎。如果你想做一個成功啲嘅小勞多得嘅人咧，你冇得驚嘅。嗯哼。你驚咧就係你投咗行呢、這個唔使講啊。咁啊，細路最想招啦。咁啊，喺網絡嗰度有冇貴人啊？網絡有。係。點嚟買嘢啊？點嚟做超啊？係咪？網絡行騙都有啦。係，即係話最多添啦。你話我又驚又剩嘅，咁你已經自己投咗行啦嘛。係，就唔適宜聽我哋呢。呢個節目，咁你嗰啲識機先啊，快啲啊！佢同我跟住跟落去嗱。你想成功嘅咧，你就知有幾個守則啊嘛。你首先真實，真實好緊要嘅，因為嗰個委託你做嘢嘅人咧。就算你做錯咗咧，你同佢真實講，佢原諒你噶嘛。好多人做錯咗嘢，唔真實彙報俾個他人噶嘛。呢樣嘢我英國學嘅。呢個喺英國學翻嚟，呢個我就。我有間建築公司同我接過工程，後屘出咗事。出事咧，佢哋股東嗌交，佢哋股東老闆嗌交就話佢唔應該向我報告佢哋我唔知嘅過程咧，佢哋出事咩事？但呢個人咧係以前做過廉政公署高級主任嘅，佢唔得，我哋係受過先生委託，無論喺個過程咧好與壞都要向佢報告，無論發生好與壞都要向個事主報告，佢係一個守則嚟，所以呢啲我哋又學翻嚟，
但我哋喺猶太人方面學到好多嘢啦。所以猶太人咧做生意啊成功咧有好多特色嘅，好多特色。哦，今日都要揾阿郭博士分享一下。好啦，咁但我哋翻翻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斯里蘭卡經驗啦。咁你講嗰啲譬如首飾啊、誠實呢啲，喺書睇翻翻嚟定有人講俾你聽嘅？佛經有講啦，譬如佛經八正道，個個都遵守啦，正念，點為之正咧？正確的觀念，譬如你做生意，第一正確觀念啊，呢、這個人客，我根本保護到佢同我交易之後咧，佢冇損失先，呢、這個咪正念咯。那個八正道好緊要啊！佛祖講八正道四聖諦啫嘛，但八正道係俾你做人嘅，即係你一光明正大咧，就冇人出得你帳嘅喎。我光明正大到同老婆話，我一定會有女人噶嘛，冇啊會死噶嘛。如果你又大肚又大姨媽嚟，咁我唔使搞兩減嘅，係咪？我要接受噶，但係我唔會俾你知。OK 嚇。但最緊要你唔好俾老婆知。但我要點樣講俾你知咧？我唔講俾你知咧，我都會有嘅。但我就覺得我都唔舒服。但係我哋一般男人咧，就唔應該講嘅。你唔講啊，即係當你成世冇噶嘛。有啲馬都唔係啊嘛，拖件嘢周圍行，屌你！要跟人影俾人相啊嘛。你咪屎忽痕咯啲，係咪先？兩樣嘢處理噶嘛，所以我個真實咧好緊要。同埋咧就我真實咧係個人舒服嘅，個人舒服嘅。所以君子坦蕩蕩係嘛？舒服就舒服，因為你睇個世情俾人睇得好通啊。你無掛礙啊嘛，唔使左擁右閃啊嘛。你最慘你好辛苦嘅喎，你就睇我哋以前六八九林振英，屌你左冚右冚，等而家你睇呢個咁嘅柒婆區長，林鄭妖娥區長，屌你搞共產黨做人咁啊！共產黨好撚膚淺噶嘛，你好搞唔撚搞咁啊啲嘢，唔搞嘅你又搞啊嘛，咁你咪笨柒咯，係嘛？你睇到佢哋係好冇水平噶嘛，你好真實同共產黨講咩啲嘢唔搞得，啲樓唔可以咁起法，係啊，唔有啲嘢唔搞得，地鐵唔可以咁起法。比如話有啲問題，如果世界真係可以用法律問題解決，世界天下太平啦。如果世界真係可以用政治解決到，又天下太平啦。係唔撚完整嘛世界？所以佢哋連呢個咁嘅觀察力都冇，成個法學咧就係有觀察力嘅。因為你要接受到個世界光明黑暗咧係共存噶嘛，陽光出一定有個身影嘅。實帶來黑暗的，你話陽光一照你係咪有個身影啊？點會冇黑暗啊？亦都係個背面啦。係咪啊？你咪實有先。有陰一定有陽。咪一出你光明咧，你就有黑暗嘅。咁你點喺個黑暗度知道喺邊度個黑暗面？點樣利用個黑暗面可以對個社會有利咧？呢個就學問啦。等而家你做政府，我有啲嘢唔可以公開。但我在暗中運作時間是純粹為個社會好去做的，那你咪光明正大咯，唔需要交代的。所以全世界最撚光明的人咧就是間諜。喂，佢權力好大嘅喎，你一添人出撚咗去。任你揸主意啦，大佬。你要揸到邊個得啊？係咪啊？係啊，你揸主意，屌你咩？冇人理你啊，係咪啊？但佢執行黑暗工作咧，佢都係為咗個最嬲尾嗰個目標咧，目的都係為咗光明。比我哋一般人咧更加嚴格嘅。當然佢都有制衡噶嘛。但佢喺個理念上咧係受訓到咧，係好遵守個守則。等於以前喺我哋我識一個好朋友啦，阿他信下邊啲人委任咗做反恐行動組嘅頭。要嚟誅滅嗰啲反毒分子，所以他信嗰時冇撚曬賣白粉噶嘛，記唔記得啊？係泰國殺撚曬噶嘛，佢唔會屈你嘅喎，佢影曬你錄影帶所有嘅嘢，捉撚咗佢翻嚟播翻俾你睇。呢個咪你嚟㗎？你自己講，你自己講啊！
你想我拉埋你啲姨媽姑姐啊、仔女啊、串謀啊，一係你自己搞撚掂佢。你有咩遺囑？咁啊，阿郭博士，聽你頭先嗰個講啊，嗰個唔係根據正常嘅法律程序嗰個。所以你就要最深奧，你作為政治家咧，你有呢個咁嘅。即係殺人手段救人心，做惡嘅呢個黑暗嘅手法。哦 ，OK 嚇。如果唔係你冇咧，你估唔到個社會咁。哦 ，OK。唔係點解香港以前有個政治部咧？嗯。你而家香港咁撚亂咧，就冇撚個政治部啊嘛。啊、如果你揾大陸嚟做啊，撲街噶嘛。好，明白。OK 啦。好啦，咁啊，我哋翻翻去呢個斯蘭加度啦。就當其時你去學呢樣嘢學幾耐？分開少少又有前頭啊！初初我講我跟咗第一個皈依師傅係一個香港嘅和尚，跟住我再揾師傅咧。因為佛門咧就好容易咧就會接觸到密宗嘅，即係西藏嘅密宗，或者唐密，即係東密。咁多數咧接觸唐密之後咧，就喺香港嘅道場係唔多嘅，有啲真言宗啊之類。嗯。咁咧就西藏密宗香港都有。好多添。有以前就得幾檔啦。嗯哼。嗰時就係劉耀之啦。係係啊。啊。有啲後屘佢哋白教又嚟香港啦。嗯。咁你西藏密宗咧好吸引嘅，哇！即身成佛。嗯，即身成佛喎，大佬。幾開心嘅。咁其實都係貪嘅一種，貪快啊嘛，以為。哦。即身成佛，但係我唔知道佢成嗰個佛咧，就理論上嘅佛，等於你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咁咪仲快？係啊。屌，我攞張刀翻嚟，跟住放下啦，咁就係啦，係咪仲快？啊。所以咧，你就好多疑惑嘅。嗯。咁你一去研究物宗，你咪要走去研究咯。嗯。要追求究竟點啊？呢套嘢，嗯，同呢個中國嘅禪宗咧，全部經典冚唪唔同嘅。嗯。多過咁撚多鬼神嘅。嗯。又有財神化又成喎，跟哇有財神化分化富貴喎，年馬可以發達。嗯。係咪係咪得㗎？真係。如果得嘅，唔撚一走佬啦啲喇嘛，啲西藏唔使唔撚窮啦。有得又唔得啦，總之。係咪咁啊？即係我哋好現實講啊！嗰種手段吸引啲貪心嘅人，嗯嚟涉縱容嘅，嗯，佢練練下咧，你就知道咧，你就會放低嘅嗰一個。哦，即係嗰個最撈尾個目的都係好嘅。涉縱，但係你最慘，你整嗰套嘢，你唔同佢埋尾啊嘛。哦，咁咪越搞咪越貪心咯，所以好多人走去搞密宗，搞下搞到半天吊咯。嗯。兩頭唔撚到往咯，嗯，跟住連波車往溝溝周圍遊咯，嗯，自己正業啊不務咯，不務正業啊，嗰啲係最慘嘅，嗰啲叫咩？學佛不成三大害。佢又冇研究過源流喎，幾時有密宗？幾時行翻轉頭？有啲西藏嘅密宗，有啲係文成公主帶過啲道教嘅符咒嚟噶嘛？嗯哼，法術。因為佢西藏冇文化噶嘛，周圍執啲夾撚埋堆嘅啫嘛。嗯。咁你冇做 search， 咁你咪大鑊咯。嗯。好啦，咁我哋一由顯宗學佛，一試入密宗。嗯。要研究嘅喎，一行嘢仲很複雜。係。四大宗派，紅白黃花。嗯哼。你都唔知揾邊個。係睇到頭暈啦，啲書。係咪啊？係咪頭暈？公主嗰時都仲未有添，係咯，好啊！咁我哋佢蓮花生大要早過文成公主噶嘛？好啦，咁我哋上去嗰時要做研究。嗯。咁啊，落咗黎柏月最多嘅喎，當年。黎柏月。黎柏月走去閉關，即係揾師傅，即係叩頭，係嘛？嗯。咁你要打開個謎噶嘛？嗯。咁啊，做一輪研究咁啊，所以好多嗰啲大法王啊，我哋都去請一個，又跟佢接法。我試過有一次長時間啲嘅接咗有一個旅程咧，喺嗰度閉關咧，跟住接咗48套佛。嗯。48套啊！我一套都冇攞。嗯。臨到攞法本啊，我要俾人打針。我話你話俾師傅聽，我瞓覺唔撚攞啦，唔撚使攞。我屌你有打我針啊！屌你嗰條友，話瞓覺唔撚使攞法本啊嘛，幾好笑嗰陣時。因為你一研究落去咧，咁你都心中有個謎嘅。嗰時我未落蘭卡嘅，
一路揾，咦又唔揾係喎？屌你密宗得千幾年，個佛教二千幾年，究竟嗰千年發生咗咩事咧？點樣搞出嚟咧？咁喺度追個源頭，究竟佛經喺邊度結集咧？哦，原來喺石蘭。哦，即係你第一睇到石蘭又係全個泰國，跟住全個越南啊，全個拉啊，全個柬埔寨嗰啲由蘭卡都傳出嚟嘅。呢個係南傳佛教，佢南傳過嚟，特別佢石蘭嘅靈騎山咧，就嗰、那個我哋禪宗嘅達摩，就係蘭卡人嚟噶嘛。據傳啊，係斯蘭卡人嚟嘅，帶咗本靈騎經嚟喺廣州上岸噶嘛。禪宗，咁我就落翻石蘭睇睇翻曬啲歷史啦。哇！大鑊嗰陣時發覺如夢初醒啦，屌原來唐三藏攞緊錯佛經。就喺嗰陣時開始發覺唐三藏取錯經，攞咗梵文經當係真係佛經。咁即係話喂，中國好撚大鑊喎！你誤導咗咁撚多年喎，成個文化好撚大鑊喎。原來成個佛教咧係走征服之路咧，係可以富貴嘅喎。就行咗呢個你行咗犧牲之路咧，就揀到兩頭唔到岸喎。咁我咪送翻套佛經俾中國咯。嗰陣時好大字標題㗎，《人民報》《日報》又賣，全世界賣㗎。正式嘅佛經咧翻翻中國啦。我直斥其非，當年唐三藏取錯經。梵文經唔係真正佛經嚟嘅，係後期俗家人結集嘅。正式佛經係巴利語嚟嘅。咁啊，送翻套佛經翻中國，咁我自己啊受益啦。即係將好多枝節咧，全部擺低。知道西藏人嘅物宗有佢存在價值。一當年咧，啲祖師咧慈悲嗰、那個社會，有黑教為信仰，半教為信仰，本天神佛、婆羅門教過咗去西藏。咁而家佢蓮花生大師入藏，為咗攝眾咧，就將佢擺埋入去一堆，等你啲人唔使抗衡。即係你覺得係方便之門啦、啊，方便。我話嚟到中國，中國咧有滿天有滿天神佛嘅，係嘛？有封神榜又剩，咁咧佢又要跟翻你儒家嘅文化，變咗自己變通，配合翻你嗰個祭祖啊各方面嘅儀式，咁咧佢又搞咗個滿天神佛。即係換言之，呢本係佛教唔會有嘅，完全冇呢啲。佢為咗宣傳嗰個教義啲人，就攞咗去。好啦，後期跟住皇帝咧又信佛。皇帝信佛咧，啲佛經咧就洛陽子貴啦，咁又製造個班人咧做翻譯佛經嘅大官，又望升官發財，升官發財咧，你要製造多啲經嚟譯啦，多啲經譯嚟咧，又請多啲人，又擴大個翻譯經院啦，係嘛？咁咧就有人透過關係咧，就通知印度嗰邊咧，叫人寫多啲古仔，咁啊拎嚟中國賣，咁啊揾個人咧扮高僧，佢哋好聰明，揾咗啲魔術師嚟扮高僧，扮咗擔啲經嚟寫撚完一大堆，一個個翻去富貴啊嘛，哇！皇帝又俾金銀珠寶，又咩賜乜賜物喎，又捧撚到上高喎，高僧嚟喎，咁係咪有市場先？咁變咗時咧，印度就猛寫，猛寫有市場嘛？寫咗揾個魔術師嚟。阿教授，你講你同我哋喺書睇嗰啲完全唔同。唔係，我哋有提及，有提及。佢哋有提及嘅，好啦，佢猛寫嚟，寫嚟咧，除咗佢魔術師之外咧，佢仲有醫術嘅喎。係佛教醫學。佢嗰啲瑜伽師咧，佢有魔有幻術，嗰幻術師擔住成摞古仔書嚟賣佛經，咁啊。亦經已經有經營開檔請人，跟住咧個人數到咁多咧就升官噶啦嘛，噏機噶嘛。好啦，佢整套咩法術咧？又真又假，真嘅，好厲害印度人，到而家都犀利噶。咁當年咧，唔係而家先有近視噶嘛。即係醫眼啦，唔係你嗰個白內障。係啊係啊，當年做手術。不嬲都有噶嘛。係啊，但當年係冇得做嘅，好撚麻撚煩嘅。咁啊，皇帝阿媽睇唔到嘢。哇！個高僧嚟，你叫阿高僧幫幫手啦咁。咁印度人有兩套嘢犀利，先講第一套就係、是、挑呢個白內障，用針挑金針。咁佢唔講金針噶，佢哦得高僧啊，合指一算，仲要算一算啊。哦，同你打個時間先哦，下個月初幾幾多點鐘，我嚟睇你皇太后。
咁你皇帝啊，梗係招呼一輪啦。但嗰時未靈噶嘛。好啦，到時間咧，佢仲要你皇帝啊食兩日素，更衣沐浴啊，揾個嘢拜一拜先，我先入去見你阿媽。就揾到去，又叫個皇太后念一輪嘢，搞一輪茶盞督餐。咁啊，佢攞啲金銀出嚟。叫你一打開對眼，佢叫你話佢塊布冚住你一邊隻手一挑開咧，佢一打個圈啫，冇錯。你唔知佢撩咗你塊內膜出嚟，你唔知嘅當事人。等於李蓮英同慈禧太后咧，成日話冇甩頭髮噶嘛，梳頭，係咪個接吻處啊嘛，個兩好手勢啊嘛，佢撩出嚟接咗，跟住咧再合翻埋對眼。找些清涼的東西掩住你一陣，掩住一陣呢，還沒跟你開始搞事，還搞一兩，好了，跟住要你休息一兩，跟住出去外面，他又在那裡轉轉轉，左輪法令，你不經搞一兩，做個儀式給你看，做個儀式先，哦，觀音大士同意你看回東西了，說，不是他說已經好了，觀音大士同意你看回東西，跟住他打一塊噗噗一聲，咦，你真的看得到東西喎。就算我係觀音大士同你睇到嘢，咁你皇帝都覺得係犀利嚟喎，佢可以指揮個觀音大士喎，大佬。哇！咁佢阿媽話真係睇緊到嘢喎。咁你係咪值得俾黃金佢帶走啊？國師㗎啦，呢啲唔止黃金啊，國師即係以後個國家啲咩問題走嚟問你啊嘛。係咪啊？係。所以佢哋嗰幾套嘢好犀利啦，我哋啲幻術咧就仲犀利。啊！魔術到法術，係嘛？你咪犀利啊！而家你啲魔術喺當年，咁咪犀利啊！等於我喺十年前喺貴州，我叫樓下個農民俾咗$10我，我嚟到，你啊咁熱心出席啲農民嚟嘅，我哋啲活動，我哋有冇$10人民幣啊？你俾我，我送個禮物俾你。咁我著件短袖衫，揦高曬手，日頭日光日白喎，嗰啲衫即係攰到曬手指，跟住八個十字打個圈，噗一聲，變咗將$100俾翻佢，咩撚樣？你明唔明啊？喂，你即咁樣之後，你教我喂。屌你嗰個書記坐喺隔離，佢哇屌香港嚟咗啲神仙，屌你又有電又有水供應，我呢嗰條路原來唔使使揾錢嘅，變錢就得噶啦，講化$10雞為$100雞，係啊，佢即係話咧啲魔術，唔緊要，佢哋有錢拎嚟同我哋起路啊、供電啦、我哋識變錢，唔使做嘅，係咁樣緣木噶嘛，今時今日都靚啊，大佬。有人看住噶，佢我啲香港人看住我變噶，阿方太喺我身邊添，我仲特登立高山就攞咗$10，啊立個十字打佢，嘈一聲，搶翻俾你，一搶散紙啊嘛！當年咧就咁樣咧，好多高僧嚟到中國，就用啲魔術當法術，咁咧就吸引咗好多，但係佢哋有料喺醫術度啊。所以很多人咧係服嘅，所以咧就好賣嗰陣時嗰啲佛經，所以咧哇三藏十部簡到屌你冇幾千卷啊大佬，你幾多撚多恆河沙數啲佛經，第二嗰啲造型都係啦，唐傳奇啊，白馬陀經啊嘛，好富貴噶屌嗰班人，易經嗰班又富貴啦，連升幾級噶嘛，哇你引到個高僧翻嚟，咦好阿媽睇到嘢，屌你啊，係咪大家富貴啊？即係齊齊而家，點樣揾個摩托羅拿攞咗個晶片，就挑自己個名當自己一撚樣。而家一撚樣，成個世界咧冇撚進步過咯，一撚樣啱啊，台長。都是用那個術，都是用那個術，但我們呢是着數的，因為在佛學它最厲害給你觀察力，你看一個世間時看的城，你會看到很多燈下黑，人家不留心的角度你會看一看，所以呢，不一定用佛學的，如果小朋友，你想你的小朋友成才，你真的要學捉棋，我自小要學捉棋的，變成學捉棋的人呢凡事咧諗多幾步，係最緊要。啱啱先啊，台長，係嘛？啱，係啊。唔好我哋唔好講話咩佛教咩成嘅方法，
講我哋世間人咧，佛祖交代，嗰、那個唔係佛學嚟嘅，係世間學問嚟嘅，係、走征服嘅路。你要識計世間嘅學問，咁、世間學問咧，如果年輕人一定要學足棋。你未攻人要防守噶嘛，大佬，因為連只腳都冇攬埋，你何志平咁樣點唔撚識防守咪大鑊咯？你熟唔熟佢噶肥仔平？唔熟噶啦，唔熟噶。我熟佢啊，我同佢好熟，好熟添。咁你即係題外話啦，你覺得佢而家嘅處境係點啊？佢好彩咯，但係佢有一樣嘢咧，我少擔心，因為佢黑食黑。啲人就問啦，喂，點解中國共產黨瞓曬身去救阿孟晚舟？就唔救佢咧？點解唔救佢咧？咁佢唔係自己有嘛？唔係佢黑食黑。哦。標重財。哦。一篇再篇。所以肥仔咧係好正常嘅人，佢冇諗到有啲守則咧唔可以過界。呢啲又係頭先你一開始講嗰樣嘢啦。係啊，你唔肯真實。係。屌你咪搞下搞唔真實啊嘛，咁你咪出事咯。喂，你如果你搞真實，你使個還手，俾筆錢個黑鬼喺澳門買扎泥馬，黑鬼冇事，當贏咗錢啊嘛。你自己冇事，咁個還手咧同你做公證人喎，因為你揾個還手咧揾緊翻中方嘅人。不是經我手比啊，佢比啊，買扎泥馬，咁人哋就唔揾懷疑你，因為佢唔做呢個動作咧，佢自己由頭大到尾咧，就為佢黑食客，你知唔知啊？所以就難解啦。就難解啦。所以好多人唔明點解譬如我同阿台長同阿紀圖哥成日打麻雀嘅。我哋朝一日，你幾圖？我想買佢個地盤。我唔會同佢講嘅喎，日日都打麻雀，點解唔同佢講咧？幾圖會賣俾我，我開聲都，我哋交易完咧，外邊人以為我哋兩個作怪噶嘛？有冇思想受受啊？胡勇啲衰嘢啊？你明唔明啊？係，埋呢個瓜田李下。所以點解要揾阿台長做大經紀啦？喂，我想買幾條間公司，你同我搞緊掂佢，咁你咪大羅大龜做咯，做咧完賣咧埋報紙，經邊個？台長代理商，咁啊冇口實咯。咁咪你明唔明？佢哋好多人唔明呢樣嘢。我就俾傭，佢就俾傭。但咧嗰單嘢咧係透明度高嘅，係經佢經手嘅。我哋兩個咧冇私相授受，所以佢哋唔明點解識得都唔交易啫嘛。等於肥仔平都係佢未識到呢一級嘅思維，就以為咧自己做曬就由大到尾。啊！十蚊啊，開二十蚊數咁啊，撞兩蚊十蚊咁衰嘢，屌你咯，咪出事咯。咁佢如果坐完之後，佢適宜適唔適宜翻去翻嚟啊？我相信佢翻嚟佢自己冇癮嘅。但以佢嗰把年紀都又唔係冇錢，都應該翻去台灣。即係一啲比較安全嘅地方啦，翻去台灣休心養性啦，係啦，都做咩用？因為你最慘而家佢有一個危機咧，人哋話佢判咁輕咧，有啲撲街咧就去講嘢啊嘛，所以個手尾就係咁樣樣嘛。實際肥仔平有乜嘢講啊？係嘛？但係好撚多人想你撲街噶嘛？係係啦，即係你去到呢個咁嘅位係咪咁實好多呢啲咁嘅？佢應該翻去台灣咁啊，同埋老婆係安享晚年，安享晚年嘅，咁啊寫本回憶錄咯。係啦，即係《忘鳩遊記》可以寫。嗱，嗰啲我哋唔講啦，啲一題話翻翻嚟呢個斯里蘭加法即使 OK 係嚇。咁我哋講到邊度啊？就係啲佛經嗰啲嘢啦。佛經我係利用蘭卡嘅佛學呢個征服之路。行征服之道。唔係，但係問咗你，斯里蘭加嘅佛經用咩文寫嘅？而家好多翻譯咗中文嘅，有好多大部分英文嘅。但係當其時你睇咩文嘅？我乜撚都唔使睇。乜撚都唔使睇啊！咪嚇你！我師傅話我前世讀過。佢屌你前世讀過㗎啦，唔使睇咁多啦。咁我就翻譯咗一本咧，《釋迦的啟示》。就我哋有兩本嘅，喺我哋而家萬福有咧送俾人嘅。嗰兩本咧用曬嘅，你唔好咁複雜，因為你走征服之路啊嘛，你咪求仙求佛啊嘛。
你咪話球要打坐有咩過程，有咩反應啊？咁啊好撚複雜啊，大佬。我就講揾兩個錢，功名利禄先，冇撚搞咁多嘢，安安樂樂先，少勞多得先，身體健康先。你身體唔健康，你我咪活到九十九喎，仲要玩到加九，我玩到九十九之後，你九十九歲咧條脷將都要起到快先得喎。應該嗱，應該會即係深入討論呢個問題㗎啦。好啦，啊博士嗱，就即係頭先就一個即係大概咁樣啦。咁我有即係好幾個問題咧，即係去 follow 嘅，即係特別係關於錢個問題。嗱，我哋可以有即係兩個層面，就一個就係宏觀嘅層面，一個個人嘅層面啦。我哋講個宏觀層面。點解一個國家會有錢有權，同埋即係比其他嗰啲國家嘅國民咧個生活水平高咧？嗱，譬如有啲國家佢冇資源嘅，舉個例，譬如瑞士嚇，即係人口少過香港嘅，而且大家講唔同話添㗎，有四種語言嘅，聽講就係啊，好撚複雜㗎，有德文，係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啊 ，OK， 以色列，即係周圍佢圍住佢都係敵人嚟嘅。人口少過香港嘅，啱啱先至立國，立國四九年立，四八年立國。咁咧就你可唔可以分析下點解呢兩個國家佢係咪有啲天生嘅，即係譬如頭先你嗰啲咁嘅原則啊，佢先做到一個咁嘅效果咧？第一喺瑞士，佢哋有一個好健康嘅信仰先，人少，那個信仰咧好純正嘅，佢天主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第二咧，佢哋嗰個大家都係移民嚟噶嘛，嗰度瑞士啊，係普魯士嗰啲後續啲人走過嚟嘛，即係德國前身。咁佢哋喺嗰個環境，自己冇資源，變咗佢哋個理念咧，就話點樣同你鬥咧？所以而家我哋見到中國幫人鬥嗰啲嘢咧，係好撚戇鳩嘅喎。現在舉一個例，你做一部汽車的工序，用的材料成千幾磅咁樣架汽車，啱唔啱啊？之後你用的材料都千幾磅啦，你工嘅工序好撚多層噶，有啲仲要靠人添，你賣嗰十零廿萬啫喎，出廠價。出廠價，俾你買部嗰啲 van 仔，普通嘅日本車咁咪十零萬啊！而家都廿零萬啫，仲咪包埋税添。如果除咗税唔使咁多添，當你賣十零萬咁樣大部，用緊地球咁多資源。但你記唔記得買個百德飛利標幾錢啊？係幾條啊，大佬？係啊！所以你咧，佢引以自豪咧，就會成個瑞士人喺個觀念上贏你嘅。佢知道我自己冇資源，我只能夠咧去一路集中力量，去點樣用最少嘅資源。而是收最多的錢，一是你去到很尖端，所以集中在生物科技那裡，藥，標，最精細的，用最少的資源，是買到最好的價錢。好了，加上呢，他用個誠實了，這個厲害了，真實。所以全世界的人信他的錢擺在那裡嘛，瑞士銀行嘛，大家都他不會抬水龍，深入民間的這個觀念，還要收你的手續費的，不是給你息利的，你有多少辦法，你等於香港人，你拿著$50,000,000，你全匯豐啊，因為全美國銀行，因為全中資銀行啊，給多些息利都不能從中資銀行的嘛，因為我朋友早輪存緊咗幾廿萬嘅，喺大陸開個人民幣户，以為好撚過癮，息口高，一攞三皮嘢要申請啊！係啊係啊，近排開始係，仲要拎唔到出嚟添啊！我$30,000要申請喎，係啊！你話急咩？啲錢係我賺咗幾十萬，我存咗$50,000，即係我個 friend 存咗$50,000，我哋冇撚搞啦，佢唔肯信我講嘛。佢入大陸銀行咧，息口多啲嘅，好撚古怪，入邊開户口。咁啊！而家搭緊鑊啦，攞$30,000要申請，仲問你點解要攞錢咩用途咧？你嗰啲佢咪煩喺個梵蒂岡啊！你嗰啲咁你點搞咧？所以你林鄭拆俄啲咁嘅人聲大大，我哋大灣區，我哋咪叫大灣區嘅大灣區，要打造東方曼哈頓金融中心，要做將來嘅東方矽谷。屌你啊！我哋唔好害啊，習大大啊，大佬，習大大就俾你班班柴仔咧害撚死噶嘛，一路吹水吹撚到屌乜自己當真噶嘛，
屌咩？我淨係存緊完錢攞30,000蚊，攞唔撚到。一入去屌咩？翻牆翻唔撚掂嘅，上唔撚到網嘅。咁你點樣叫啲人去大灣區啊、大灣區啊？嗰啲咩大家就喺度鬥吹水，搞撚笑嘅，係咪啊？你唔好講你個法制唔同添啦。個法律唔同嘛，你一個大陸法，一個香港法，大難搞唔埋。啲咁嘅法制咧，好撚難搞引渡啊嘛，因為你個審裁嘅觀念都唔撚同，係嘛？咁我哋講翻呢個瑞士啦，就佢就用最少嘅資源，係成功嘅，同埋佢誠信，全世界金融咧最犀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很多大有錢都死撚咗，啲錢咧，如果你買嚟曬個洞，佢又俾翻，佢又俾翻你，冇人攞啊！屌你，俾條毛咩？係咪啊？所以好撚厲害。同埋你去過咧，你見到咧，啲銀行唔係好似我啲銀行咁樣嘅，即係細細間一個 office 嘅樣，係真係就係咁樣嘅。但係我亦都補充阿博士講嘅就係，因為我去過雖黎世啦，即係你去到咧，你睇啲人咧就個個好市正，尤其是咧我去到呢個蘇黎世大學同埋嗰個瑞士聯邦科技學院，即係阿愛斯坦嗰個母校咧。哇！你入到去差唔多大部分都係靚仔靚女嚟噶。咁你睇到就係嗰啲人嗰啲真係又真係質素啊，質素人傑地靈，人傑地靈。所以我哋代理嘅瑞士山泉水，我做總代理噶嘛。澳門同香港係總代理。我哋咧冇合同，買賣咧冇匯款單去買貨，你知我點樣㗎？同瑞佬交手交到。我白我哋冇撚麻撚煩，我又怕麻撚煩。我擺一筆錢喺你哋户口，匯撚咗俾你。我幾時落貨咧？你個户口扣就得啦。我單都唔撚使搞，瞓一時經銀行咧收手續費。屌你咁又提貨單費咩費？又幾老師費？屌你又外匯費。咁撚樣啊，大佬，我唔使你信我，我擺一筆錢喺度。落貨就送你，即係你信佢啦，變咗調轉頭啦。屌你好撚失信，屌呢個世界一你信我信我，一你信我，因為我信你噶嘛，你是第一個信噶嘛，咁我採取我信你就算撚數，咁咪簡單咯。所以有啲人叫我代理權叫唔撚到噶，佢撚安樂噶嘛，你一頭撚痛，又慳撚咗税喎。咁即係慳咗嗰個即係交易成本咯，係嘛？即係如果你大家即係博士講嘅就係，如果大家係信嘅話，就慳曬交易成本嘅。約都唔使簽份。呢個咧就涉及你剛才提過以色列啦。你未曾見過猶太人打官司嘅，喺做生意你好少見嘅。有冇聽過猶太人打官司啊？即係猶太人同自己打官司啊！即係猶太人之間打官司啊！冇嘅。係。嗱，佢瑞士啲下嘢咧，我咁嘅方法我就用猶太人嚟對付瑞士佬嘅。我信你。搞掂。咁學嚟即係慳好多成本啊嘛。猶太人都係嘅喎。我同你交易員都唔知邊個賺錢，想立條撚税咩？唔使立啊！屌你，你明唔明我先啊？係咪慳好撚多税先？咪我筆錢同你擺邊度得啦？我俾貨你啦，我係咪唔使納税咧？咁但係譬如講呢個猶太人咧，佢哋係咪真係聰明啲？最重要佢逼出嚟，佢哋有本探烏。探烏嚇。探烏咧，將喺世間你遇到任何問題。他都有答案給你的，這麼厲害？是啊，處理世間事啊。但他們還有一件事，他們厲害到就是說，他們控制到情緒，這方面他贏你的世界的。譬如紀圖哥，我跟紀圖哥做生意做了十多年，下個星期約了開會再談生意，紀圖是猶太人，他當是第一次認識我的心態來見我。因為依單生意係新嘅，佢當新嘅生意嚟見我嘅，完全唔識我性格呢個人。其實我哋就來往咗十幾年噶啦，每一次嘅見面佢當新嘅，喺生意上啊，佢分得好厲害嘅。咁嚟睇人仲厲害咧，就個數咧好犀利。係呢個有，所以佢能夠喺世界上咧攞到咁多專利嘅科技產品，專利。佢數點厲害咧？第一，他有兩個理念。第一，他很虔誠的上帝耶和華。那個呢，是未來用的，即是他們這麼虔誠信的上帝是死後用的。那你的人跟著你信耶穌信上帝，他不告訴你，你真的是戇鳩鳩，你就撞板了。他們這麼虔誠是為了未來。
咁今世啊用邊個上咧？金錢，佢唔肯教啲科俾你喎。屌你係咩？你真係大鑊！我諗多教徒唔知佢哋個理念嘅喎。有哋咁樣教堂去成咧，嗰、那個係來世嘅上帝。今世唔係用呢個上帝，今世用嘅上帝係金錢。好啦，既然教我喺今世用嘅上帝咧係金錢嘅話咧，就係、是、上帝咧，我就要連上帝都呃埋。他們在某種環境之下，他用他的智慧呢是要騙埋個上帝，就是騙錢。所以他們度的計呢很厲害的，他們是做世界上28%人的生意，其他人不考慮的。他說現在世界有28%的人呢是有能力花錢的人，我做的事是針對他們做的，不是做埋啲無謂嘢，做嗰啲人嘅有曬 target， 唔係我嘅對象嚟嘅。我話呢28%嘅人，咁咧再濃縮，就集中做佢同口部有關嘅生意。所以藥咧，你慢慢做撚曬。跟住咧，你點樣食多啲藥咧？做撚埋啲牛啊。激素養牛食到你有病啊！點樣跟住買藥啊？屌你啊！咪幾犀利？連鎖性啊，大佬！咁啊，美國佬咪俾佢玩到殘咯，真係㗎！真呢個我真係要再講一次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就好荒謬嘅，咩醫保啊、醫保嗰啲係即係絕對唔係呢個唔係你左派右派問題，凡係左係凡係醫保咧，就係哦搞到你病先，咁你咪醫保咯，即係揼錢落去咯，咁個藥倉買咗藥俾你啊嘛，咁藥翻藥佢唔係醫好你㗎嘛，即係吊住你條命㗎嘛，咁所以一個循環嚟嘅。但是咧，而家整個即係所謂福利社會都陷入呢一個咁嘅跌咗落呢個陷阱，又唔聽到啦嚇。呢個唔係左唔左派右派框架。猶太人啲藥廠咧，佢嘅軍隊，佢嗰個系統啊，所有特警隊退休都係佢哋去集團。一支你先硬整係殺柒你。係啊，佢嗰啲莫薩德其實佢退休都仲有嘢做。好撚厲害，好厲害嗰個。所以你識醫 cancer 嘅人唔可以話俾人聽你識醫 cancer。因為他一年只有數字6000多億美金，是一盤很大生意，只是 cancer 的藥，未計糖尿病藥，糖尿病藥更厲害，全世界用血壓藥呢，因為你一說血壓高，去找到看醫生，你不會抗衡的，他醫生叫吃什麼，他醫生叫吃什麼，他吃降壓丸，批准吃降壓丸，你降什麼行，高就高在降，我屌你，真是天文數字，他們很厲害，是很厲害，很厲害，他們是，現在連香港很多地區，就算中國都踢了爆出來，行賄40億的嘛，藥廠知不知道，在中國。行賄40億啊！大佬，你會講笑啊？經過嗰啲藥廠行賄，所以係好厲害。博士有個題我問你咧，就係點解咧就以色列一個咁細國家，佢可以玩到美國佬頭陀陀零咧？即係好似美國佬跟住俾佢點咁樣咧？佢啲家族控制曬金融啊嘛！你一做美國佬選舉要揾人傍水買票買成搞嘢咁，屌咧佢控制曬咁多人都，即係個關節上去，就喺經濟上控制。等於你大家都知道啦，唔係話唔公開嘅嘢，大家知道華爾街經濟喺猶太人手上噶嘛。荷里活都係咯。係咩啊？你咩行埋佢做撚曬嘅？佢荷里活派唔撚曬錢喎，啲電影公司。係咪啊，基督？你寫個劇本，佢訂翻 OK， 跟住去銀行借錢。係啊，佢喺銀行借錢，跟住你要買份保險公司話肯承保你風險咧，銀行先借噶嘛。就唔係個電影公司攬錢出嚟拍。唔使嘅，香港都係，唔係香港80年代都係咁。好啦，間保險公司係佢自己做，有乜銀行佢自己做，電影公司自己做。咁嗰啲演線咧，佢搞緊掂。咁你帝國做唔撚到噶嘛？佢都唔使錢開鏡嘅，但係佢銀行信保險公司。總之你當嘢爛尾咧，就可以攪錢。屌你乜佢有保障，收緊緊你息，你明唔明？佢咪借俾你咯。你幾時用錢同我嚟攞啦？咁銀行睇。咁但係你必須要承認呢條橋真係好勁喎。梗係勁啦，大佬。呢條橋真係好勁。係咪啊？所以佢玩緊曬㗎，你入唔到手㗎嘛。到時你萬一袁飛收緊曬錢，佢銀行收先㗎嘛啲錢，你明唔明啊？保險公司係賺你撚咗連鎖費，實際幾多嘢都佢自己嘅。屌你乜，即係佢間信啦，佢自己信自己，其實就攞撚嚟搞，係咪啊？所以你唔撚夠去搞㗎。好啦，嗱呢個就兩即係國家層面啦，咁啊最重要係個人層面啦。
咁頭先我聽到阿博士咧一句好精嘅説話，即係一定要問你嘅，你就唔係揾錢，係令到啲錢嚟揾你。咁世界上有冇呢條橋，即係令到啲錢嚟走去揾？有，有。你唔識講嘢得啦，你唔撚講嘢。即係我哋呢啲冇行。唔係。嗱，你好咧，簡單嘅啫。嗯。你唔好坐雙盤啦，坐雙盤翹喺度話自己腳臂啊。求撚其盤撚咗台，你坐天星碼頭屌咁樣坐三日三夜唔撚起身，包你老母有錢我嗰個盤，唔好講嘢喎，講嘢就唔撚似神仙噶啦。咁跟住有人喺度日日揾兩條僆仔啲人單，日對撚住你影住，哇！呢條友三條撚身唔撚使起身屙尿，唔撚使食嘢喎，哇！呢個真係神仙，咁都靚啊！哦，琴日阿佛祖報夢叫我坐喺度嘅，咁啊得噶啦。而家咪學即係個同學講你，屌你，咁咪電乜企圖我嘅啱嘛？最撚尾嗰句就唔啱啦，因為你開嘅聲，有人問你嗰陣時啊，記者訪問你嗰陣時啊，嗱呢單嘢咧就涉及我哋一個人啊，幾圖哥應該識嘅，宣化上人。嗯啊，你應該知道邊個啦？知。就係廖鳳明出家去到嗰個萬佛城嗰、那個《靈嚴經》佢佢佢嗰個靈嚴咒嗰個。唔係而家後生你唔識邊個廖鳳明㗎啦，咁啊幾代宣化上人。以前街市有冇嘢嘛？喺街市，街市。街市㗎嘛。好啦，佢就用呢招咧，一去到美國嬉皮士區，坐撚咗度，即係坐度啫。啲嬉皮士仔日日跳嚟跳去，咦？點解第日見你和尚坐度？呢日見佢坐撚咗度喎。哇！點解呢個高人喎？咁咪出去撩鳩佢啦！佢同佢傾下偈喎。阿孫大上人，小朋友你咩事啊？和尚，我而家筆錢嚟揾你喎，前世嘅錢喎。佢唔係嗌話前世嘅錢嚟揾佢。咁咪聽下啊嘛！你係筆錢前世揾佢喎，小朋友你記住啊，過兩日筆前世錢嚟揾你啊！咁你咪人都要聽一聽先。佢冇話問你攞錢喎，佢話你嚟。我只話睇到咧，有筆錢嚟揾你啊！前世嘅有筆錢嚟揾你，嗰啲嬉皮士仔梗係聽下啦。我嗱，你記住，你今晚幾點鐘有月光嗰日咧，你行出去對住個月光噏兩句乜嘢，跟住埋去左邊右邊屙督尿，跟住你聽日起身咧就買金買起。咁嬉皮士仔冇錢啊，翻埋俾老豆聽，我撚完尿叫老豆去買金。嬉皮士仔個個屋企好有錢嘅，好啦，佢跟住又叫第二個就買啲，講咗幾日，有個一定中嘅，有中輸嗰個咧，哎你唔好喐住咁啱，咪屙尿嗰個咧歪咗，你等等咧會起翻，我同你念下經先，等你起翻，中撚咗嗰個咧。哇！呢、這個神仙唔講得噶，講得你仲有好多錢嚟緊噶，你未收曬，你千祈唔好講，講咗唔撚靚啊！屌你乜咁樣樣咧？就夾撚咗啲人咧買幅地俾開撚咗嗰個萬佛。你講嘅係真事嚟嘅。真事，真事。嗯，變咗活神仙啦！活神仙，個個都得噶。你幾度坐喺度坐三日，跟住嗌條友嚟咩？嗱，屌你聽日買棋子碟，嗰個買棋子碟剩，屌你乜十零一個。嗯哼，係啊。但佢少功夫嘅阿孫凡，佢點樣咩功夫咧？佢擺支息時風喺度，和尚擺支息時風咪揾孤寡先，嗰個壇啊喺個街度啊，肥仔撩佢唔撩佢，冇周小文吹首歌你聽，咁有歌聽都係幾好聽啊，佢唔使拎起嚟吹喎，嗱呢個都係功夫嚟。嗰啲四時風洞喺度，屌你有冇有陰出嘅？呢個都算八撚幣嚟啩？阿台長，佢有咩守門做緊到啲四時風，可以就手揀邊個陰我咧？喂，僆仔，你生日啊？今日聽日就首歌祝你生日啊！咁屌你有乜？你都唔容易喎。啲四時風擺到可以唱首歌出嚟，嗱佢都有呢個噱頭。嗱，你走码头真系要学啊，大佬！神通嚟噶，神通嚟噶，魔术嚟啫嘛，你咩 Copperfield 嚟？魔术嚟噶，魔术嚟嘅，但都犀利啊，大佬！喺嗰个时代，屌你咩咁样做？你嬉皮士仔头人啱啱有个做开赢喺度金，屌一代生成先咁败，嗱就即系佢系题外话。
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異常啲嘅啦。但係譬如話一個人佢要揾錢啦，咁基本上有啲咩守則即係要做好咧？點樣做到小勞多得啊？係啦，初初未能夠有一個能力嘅，初初咧第一你小勞多得，你唔使走去貧迫人嚟揾你翻工先。嗯，你做泥水真係要付出嘅。因為你的命根不好，不是出世做貴族，要靠自己。你靠自己一定你的能力要比人強，你一定 有一兩門手藝的，你的手藝度一定要精益求精的，或者你看得想的，人家做八個鐘，我做夠十個、九個，執緊埋嘢，做緊埋掃地，掃緊埋嘅，老細咪請你咯。佢請少咗個雜工啊嘛。跟住你一定要虛心嘅，跟老前輩學嘢。咁啲師傅係偷懶噶嘛？你做緊埋嗰份辛苦嘢，自己做緊埋，跟住請我飲下茶，教啲手門俾你，咁你嗰泥水咪進步啊？好啦，到你泥水進步咗，個師傅要揾人開工，梗係揾個大工揾得埋你啦。你未夠班都攬得埋你去啦。因為你服侍他的人家嘛，大佬，他們做得埋那份嘛，他咪楞到你，咪有得出位咯。嗱，呢個一定要吃得虧嘅。你想成功，你冇人物冇性，未有貴人，你就要製造貴人。製造第一陣嘅貴人就揾夠你笨柒嘅貴人。但佢揾你笨柒咧，你都有運行。起碼你有一俾人揾笨柒先。係係啦，即係呢個係好大好多，人哋揾你笨，喂你又咁嘅能力付出，人哋先揾你笨嘅嘛。你肯揾你笨柒啊，你就已經你係好撚威嘅，有機會俾你。係係。做第一步，因為你是由冇變有嘛，咁你首先解決咗，未係小勞多得，有勞有得先，有勞逐步逐步嚟，第一步。咁我哋僆仔真係咁嘅喎，我投一個大貴人，我唔撚知佢女落嘅老表嚟噶嘛，彎撚咗架車，叫我真係哥胡救急，啊，同你整撚好，你幾錢啊，師傅仔？我屌任俾啦，屌你拎出嚟冇碎紙喎，成扎大牛，唉唔使走啦，算緊數啦，整張你咁老實，因為我冇點佢，因為佢揾第二間車房話佢抬車頭啊要，其實你自己行緊到，嗰啲先人福士，咁以前啲福士又威也咧，教翻佢鬆翻個位咧，就咗行緊到兩個月噶嘛，我咪同佢分個車仔整緊咗幾下，唉唔使啦，我哋行多兩個月先整都未遲，我屌我撚樣，屌你咪叫我拖車就話抬車頭，幾乎成架車換咗咁滯，架車擺撚咗街人，呢個亦都係誠實啦嚇。嗰陣時冇諗咁多嘢，咁你事實係咁樣，屌你嗰，係你冇諗埋啲古惑嘢啊嘛。嗰兩個字搞緊店，你點收人嘅錢咧？嗰時收咪收一十蚊、二十蚊，唉我冇得任俾啦咁。如果你冇請緊大樓，貴人嚟嘅，呢個就女落嘅老表。後屘就佢關照我啦。喂僆仔，你咁樣老實，關照你揾啲錢，唔使咁辛苦，咁樣樣噶嘛。所以你個人咧，肯笨柒，肯俾人揾笨柒咧。就係、是、吸引到貴人嚟，肯揾你笨柒啦，你又有運行，係咪啊？有機會俾你啊，有個舞台俾你啊，唔係你連個舞台都冇得俾你。所以第一樣嘢就要有一個肯吃虧，吃虧同埋有個地方俾你表現先。係啦，你連表現嘅地方都冇，俾你表現就你肯吃虧。有人肯想揾你笨柒就是機會嚟嘅。而家啲人唔係噶嘛。屌個撚樣撚笨柒咁乜撚撚，屌你係全部傻仔嚟嘅。呢啲係基本功啊，呢個係。基本功第一步，多有勞有得。好啊，到你肯俾人撚笨柒，你又努力學嘢進步喎、哦，進步咗，咁你咪去做小盤頭啊。有機會做小盤頭咁啊！而家咁撚多工程啱啱先，咁你啲手工又得喎。咁你仲有個本心喎，做人真係要真實對人喎。呢個就係第二步最關鍵啦。第二步啊，你真係建立你嘅能力，建立你嗰個最人氣嘅能力啊。好啦，而家行上個個找數唔準時嘅，託接揾完工程翻嚟做咧，咁嗰啲人出數咧，你輸撚埋，唔撚準時嘅找數，咁你就解撚除咗呢個障礙俾人。一翻工。
就俾撚定錢先，今日嘅糧唔撚使放工俾我送你先，送幾個鐘頭啫嘛。一開工咧，今日嘅糧出嚟我先，個個人唔使驚住出嚟，然後屌你，然後走撚咗去大佬。剛才博士，你說這裡呢，就在你那個年代我相信都即是十分之十色，但是今時今日呢一樣，但是今時今日沒有那麼多機會嘛，一樣機會你製造出來的，因為你一靠得住就聚到人的，你靠不住你聰聰都聚不到人的，所以是聚人，聚人聚人任何時間都聚到人的，聚貴人，是啊，你聚到人來呢，你聚到人是你本錢的，變咗大老細、大貴啲大半頭，唔係佢 call 到兵嚟開工冇甩底喎，因為佢係班底啊嘛。其實嗰個班底咪你嘅本錢啦。咁咪焗住要俾生意嚟，俾嘢工程你做啊。因為你聚到人啊，大佬啱唔啱啊？係，係嘛？即係有個人際關係喺度。係啊。咁但係點解而家你感覺上出邊啲年青人咁灰咧？佢都冇人教，同埋佢學兩本書識計啲死數啊。一喐咧就喂。你嗰啲假期點啊？屌你啊！冇都未撚翻工，問撚定假期點福利點啲減嚟啫？屌你！唔係個退休金點啊？你真係企緊咗度嘅喎。係佢自己諗唔到咁深奧喎。係。咁呢個係咪學校教育有問題咧？呢個絕對係有問題。佢唔知道教啲學生，你嗰個社會你落去。人哋一萬你收八千，但你八千蚊你又要學啊嘛，你唔使交學費啊嘛，大佬。應該你仲要俾一班學費人噶嘛，實習。佢哋唔識計呢條數，同埋你喺個舞台度咧，你識到好多朋友啊嘛，喺個行度，你無論做邊個行業，嗱最緊簡單啦，而家嗱，如果譬如大家啲網友聽到，我想搞一樣嘢咧玩嘅，但係出位嘅，我成揾靚豬腸粉咧揾唔揾到。特別蝦米葱花豬腸粉靚啊，更加難聞。我想話喂，有人識做豬腸粉，有開間餐廳做開食物館嘅，我俾錢。你同我買啲靚米翻嚟，我指定你買啲咩米？買啲日本米，用韓國嘅材料，買啲靚嘅蝦米。你可以賣好撚貴嘅喎，因為你做嗰個有錢人生意啊嘛。因為而家啲保暖盒你好貴噶嘛，你一搞靚完。靚豬腸粉，靚嘅豉油膠咧好味。首先咧，俾人送幾盒去戲班啊。個老官啊，開戲嗰陣時咧，過賣嘢食噶嘛，篤篤下噶嘛，跟住叫人託人喂，同我送兩盒送上仙姐屋企啦，上白仙姐屋企啊。跟住打麻雀啊，哇咁撚靚啲豬腸粉，佢揾人揾撚翻轉頭去邊間度賣啊咁樣樣喎。你仲整個限量版喎，一人賣一百份，一萬零元冇嘅，咁屌你乜要訂啊，大佬？咁你真係洛陽紙貴啊！咁有口碑啦，咪你真係靚蝦米，靚嘅米嚟做豬腸粉，而家冇啊嘛，大佬！我真係半島飲茶點我投訴佢啊，後屘嚟做同我道歉啊！你老母葱花蝦米腸粉點咧冇蝦米啊？咁啊搞乜撚嘢嚟？好撚貴噶嘛！半島飲茶加涼樓冇噶啦！而家如果俾阿郭博士 complain 呢個，即係同以前整啲行上行正公民投訴佢啊！真係爭好遠！後屘向我道歉啊！我哋搞乜撚嘢啫？葱花蝦米冇蝦米，屌你啊！冇嘢啫。嗱，咁但係呢個都大問題啊！咁啊，阿博士，你覺得而家啲學校應該教咩嘢，或者啲老師佢哋應該有啲第一？你唔好話戇鳩老餅，有啲嘢咧杯水無變，嗰個人唔知道咧冇得變嘅。孝順父母，你係唔感恩，你冇貴人噶。譬如你見到啲夥計，屌你乜都唔肯顧屋企嘅，老豆老母唔理嘅，你唔會升佢級啊？會唔會提攜佢啊？佢都唔肯感恩，你關心照佢即係。養狼狗咬槍在，反骨仔，所以你哋一定人咧，同埋你嗰個孝道咧，係感應到個天道咧有回報俾你嘅，所以我哋古代啲嘢咧孝感動天。咁啊，博士，你信唔信有天人感應嘅？梗係有啦。第二，你個感恩咧，你要感應到咧有料嘅人肯教你嘢啊嘛，唔一定俾錢你嘅喎。佢俾人生經驗你，點解肥仔平肯再問我兩句，佢梗係唔撚會死啦？佢係做官之前嚟問撚過我點樣做官，何志平，後屘就冇撚揾我啦，識撚多幾個人，
他就撞板咯。你一定要虛心的，個世界你識得幾多嘢啊？係你諗唔諗到嘅嘢都有咁啊！世界，你虛心咧，人哋先肯教你嘢啊嘛。唔係成日牙牙刷刷咁樣。屌你，你唔撚切，送你一程啊，賺撚你添啊，係咪啊？呢個真係基本步嚟嘅喎。係，所以我都係個人講啊，人哋賺嗰陣時唔好傾飄飄然，係嘛？鬧你反而係，因為以前有一個主即係嘉賓都咁講過嘅。我捧散啊。係啦。就你的仇人咧，前即係其實係前世的恩人，捧散係嘛？你今世的呢啲親密戚友咧，其實都係前你前世的仇人嚟嘅，即係個債要還翻啊！有很多種變法嘅，你最緊簡單，我哋中國很多學問很深奧的，你睇咧鬼谷子的學問，鬼谷子做人夠用的啦，世間。好啦，你再睇啲謀術。屌你睇文種九策都夠啦，用三策都忘撚咗啊！佢個月王都好似，我覺得啱唔啱啊？文種九策啊，屌你邊使咁多？點解你啲老師都唔撚教？呢啲好嘢唔撚教，做人之道，尊師重道係嘛？有秩序，嚇而家搞撚咗啲咁嘅平等啊、博愛啊、人權啊、自由啊。屌你有乜點自由啊？跟住而家仲喺戇鳩共產黨習近平，整朝仲話生命共同體。我哋老母你自己就冇得同我同你生命共同體嘅。你一搞緊錯，你打我萬幾蚊人工，屌你老母你叫同你共同體，你搞緊錯一分錢啊同我。你習近平皮幾嘅人工啫嘛？你同我生命共同體咪即係兩份？我屌你乜都冇得搞，你自己玩。佢都戇撚鳩嘅。乜人哋嗰啲貴族國家？前衛國家100年前差不多有航空母艦啦，美國你冇而家得隻牛雜嘢，有聲大就話共贏，共贏即係話兩份分到。你老母你係傻撚咗嘅，我就佢係乜？而家習近平咧就俾下邊班低 B 幹部咧害撚死噶嘛，亂撚咁噏，仲話自己超撚過美國咁滯，當係㗎佢哋。係啊係啊係啊，當撚咗自己真係強國啊，強你老母啊，強強條毛啊你，仲話平起平坐共贏，共你老。冇啦，我只同你共贏啫，我係做莊嘛。你有咩資格同我拍兩手打莊啫？屌你老母，你搭單買下就得。你老母傻噶嘛？共產黨等到屌你老母壓撚咗兩個臭錢喺度扮撚曬嘢啫嘛。我真係屌佢噶，翻中國屌啲人噶，我屌曬啲共產黨唔使本噶。因為有個零戰屌人噶嘛。屌你老母，你亂尋噏教個老細亂咁講。哎，我哋共贏啊，互利啊。互利可以共贏，你冇撚資格。我打莊，唔撚係你睇牌。你有乜埋澳門得邊個大睇牌噶嘛？你老母你真係買曬巴撚幣，爭牌睇。你老母共產黨咪聽屌。咁啊，阿教授唔係阿博士啊。咁而家啲老師應該進修咩嘢？因為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嘢，佢哋都唔識教喎。老師自己唔識。第二咧，最慘咧。他哋俾個制度咧害撚死而家，好搞唔搞，唔撚搞嘅搞，搞緊到咧老師又自殺，學生又自殺。係，而家呢個真係點解你由嗰個即係嗰個社會，我覺得好荒謬咯，即係後之後搞撚死啊嘛。你而家就差唔多每日一單嘅啦，咁啊多到咧，即係我哋都唔講啦。咁即係呢個，如果喺個政府角度嚟講咧，呢個絕對係一個絕對失敗失敗咁啊！你由董建華開始，佢呢條咁嘅撚樣柒碌。董建華識乜撚嘢啊？同我揸掃把用佢左掟啦！真噶唔係講笑啊！屌你媽！我真係當佢冇道噶。佢真係好撚彩啊！佢唔係我即係唔係話講笑，報紙賣過出嚟噶。我攞一柒佢命噶，打算。喂，我整撚殘你董建華只腳，我上 call 阿 P G 啦。有咩講郭先生？冇嘢講，為民請命。屌你！冇收工任柒你判。喂，歷史人物啊，做緊咗。係啊，不過我一把年紀，唉，屌你老母閪，你唔係燒緊到我，你燒緊到我，我真係送佢一程啊，等佢真係腳痛啊，係冇撚咗只腳啊。好 ，OK， 就問埋題外話啦。咁而家又有個人叫郭台銘，咁佢就選呢個中華民國總統。咁啊，你覺得佢媽祖報夢啊，同埋佢係咪即係同 Apple 即係？個令到佢有呢個咁嘅即係失力咧，佢有少少犯咗中國人嗰種毛病咯。一就係佢冇諗到佢嗰個身份同埋財富咧，
係邊個人都做到嘅。即係唔係話 Apple 特登要即係呢個人非佢不可？係只要有張單俾啊，幾圖都係第二個國台名噶啦。嗯，佢唔係咁撚叻嘅人，呢個事實嚟嘅。即係等於台積電，有人俾張單你啫嘛，唔撚使你做噶。嗱，我收咗張單噶啦喎，咁有人同你埋班揾人做噶啦，賺撚緊噶。你有張咁嘅嗰個打咁撚大量嘅嚟做，啱唔啱先？我話此其一，佢唔係叻人，佢食屎食撚著豆，好撚菜嘅。佢但唔撚知，好多人佢撚到咁上下成功咧，當自己叻，飄飄然啊，全部搞撚錯。等於我哋有錢，我哋好撚好運，我哋好彩，同埋咧係。傻人有傻福㗎，個世界。因為我以前我買攞地啊啲嘢咧，唔撚賣啊，擺咗三十幾年，點解可以富貴嘅？啲股票又係點？你賣撚咗就做乞衣㗎啦，而家。又有啲嘢咧，你真係時間性嘅，就唔係話急功近利嘅。全個中香港以前啲大有錢佬咧，啲財富咧係嘔翻嚟嘅喎。上海佬唔係炒翻翻嚟嘅。係擺到嘔翻嚟嘅，好似南豐嗰啲買啲爛地做廠係咪啊？啲廠地發展咁樣，所以大家唔好搞急功近利，但咧你要搞兩套啦，即係你有長錢之後咧，你玩少和多得咧，就係可以短線嘅，快線嘅，但係嗰啲好專業嘅，但係你長線咧擺到佢自己會增長嘅，有啲行業有啲嘢值得擺嘅。咁你嗰啲咪唔撚使做啫，佢自己會升水。即係好似阿布菲啦嚇，即係呢個股神咁樣啦。咁你郭台銘第一冇自知之明，你七十歲，同埋佢亦都唔知道自己個性格有缺陷。你性格有缺陷，佢個缺陷咧，除咗你囂張嗰啲咧，係後期有錢囂張，個個人都會犯呢個毛病。但佢咧，佢冇人冇一個人心對人。咪屌夥計啫嘛，搞到屙尿都要數住幾多分鐘，你搞乜撚嘢啊？太過刻薄。即係富士康嗰啲啊。係啊，呢個咁嘅人咧，唔可以做到人君嘅。你冇個人心人術，你與人治天下噶嘛，中國。你都冇領悟個民間疾苦，你點可以做領導咧？係咪啊？所以我你想問題想唔到啊嘛。成日提議就各大家，如果政治上去睇睇假議嘅過循論啊。唉，呢篇文就佢做唔到嘅，即係唔知點解而家咧。如果佢而家出嚟做咧，啲人捧佢送死。因為你好多蘇州市噶嘛，十一人六族爆噶啦。我覺得啱唔啱啊？啱啱。啊，百兩到七彩啦。同埋以佢個修養咧，我唔識呢個人，但我睇佢同蕭美琴嘅對話，已經知呢個人修養唔得啦。係係，一辣就著，一辣就著。呢啲人點可以做到搞得政治啫？好啦，你又冇班底，個僆個抽你後腳，屌你點做啊？喺台灣真係打泥漿摔角，佢適宜就冇僆鬥，佢唔鬥做咩好咧？我唔做總統，我做個資政，有翻個身份，你冇僆及我，我有權開會屌柒你，即係做你光耀嗰啲身份資政，台灣資政，太上皇咁樣啦嚇。太上皇做資政，跟住咧就喺南美洲啊、烏克蘭揾幾個靚女，屌你乜拎去台灣日日傍撚住遊山喺度玩嘢，生意抌低啊！帶住靚女揾幾架跑車，屌你乜著三點式通道遊嚟遊去，請集台灣太保陪撚住自己點樣就打手，啱唔啱先？係跟下得閒同埋Donald Trump傾啦，我電話。呢啲係咪做得好先？好嗱，博士嗱，因為時間唔係好多，問你個即係亦都係今晚嘅主題啊，因為成日講緊朋友趴啦，玩到九廿九，咁有咩前提咧？嗱，第一樣我諗到啦，人嘅健康點保持？因為你以前上次嚟過就講唔病嘅，但係你話玩到九廿九，即係個身體嘅機能點 keep 到咧？第一飲靚水，靚水就等於日日飲藥噶啦。飲靚水。第二咧要學識深層嘅睡眠，即係唔好話瞓唔著，唔好瞓。瞓唔著咧，俾一個小簡單嘅方法，你瞓唔著咧，你好容易瞓著嘅。因為多人瞓唔著咧，攞攞攣咧，你個身體就消耗噶啦。四七八呼吸法，瞓喺張牀度，吸氣四秒，閉氣七秒，呼氣八秒，你數住。四七八。唔係秒啊，一二三四咁樣計。就即係密數。密數，四七八。四七八。
吸氣、吸氣、閉氣、閉氣、呼氣。咁你一定有深層睡眠先。深層睡眠咧，你先能夠養翻你個心肝脾肺腎噶嘛，休息到嘛，同埋大腦休息到嘛。盡量要儲足錢嘅，唔好揸人錢，冇必要有壓力。一有揸人錢欠債咧，你個壓力咧就嚟啦。好啦，你去行搞咧，唔好俾老婆知，絕對唔好俾老婆知。所有的婚外情怎樣好法都好，你一定要清楚，不要讓老婆知道，這個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家族惡弊是沒有必要的。第三就要戒賭錢，不可以賭錢的，那些會失控的嘛。但是博士，賭錢這個呢，就是我的理解是這樣的，譬如說你去買股票，有些人都是賭啦，你買賣又未必你係賭嘅喎，譬如我識得有個數，即係我知即係有個數學家。唔係，我哋講賭錢就話你唔可以即係學嗰啲即係無節制嘅。係係啦，即係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控制自己。你要借錢嚟賭嗰啲更加唔好。係。總之你唔好爭錢為第一。我唔理你揾幾多，但你唔爭錢咧，一定係舒服好多嘅。係咪？呢個好緊要。如果你唔係咧，你個身體好難健康嘅喎。咁好啲食物咧要避啦，大家上網 search 到有啲咩食物，咩食物你要避嘅。定時咧要練功，無論你八段錦好、六通拳好、法輪功好，乜撚你都要搞一輪。咁你咧即係個真人人要人要喐，係啊，就唔好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老人家一係就嚇只腳有問題。最簡單咧就逢老人家咧，你都買嘢木梳梳頭。係係。木梳啊，一定要木嘅。第啲質地咧無效，效果弱，木梳，日日梳一百幾十下，係咪刺激個頭皮啊？佢行血呢個道家嘅功嚟嘅，佢梳頭。當然我哋自己仲有個我自己瑞士有個神經嘅平衡儀啦，即係防止年紀衰老啊、失憶啊、嗰啲眼耳口鼻嘅神經中枢唔好啊。咁我另外我自己配一個瑞士平衡儀。咁而家我哋瑞士咧又出咗精華素咧，係修補個線粒體嘅。即係人個線粒體咧越短咧就會死㗎啦。點樣要補咧又死嘅。大家點樣？你問我成日咁後生咧？我有獨門秘方嘛。我瑞士出咗啊嘛。我日日都用㗎。咪屌我養只馬幾皮嘢一個月啦，我冇理由養自己使一使10,000係嘛？係。所以冇，即係你有錢你要愛自己多啲。即係如果你有好嘢，自己要用。你用得起嘅名貴嘢，你不妨買嚟用。因為你錢你自己揾翻嚟噶嘛。你享受金錢都係一種樂趣嚟嘅喎。唔好刻薄自己。你刻薄自己唔開心嘅。又唔好刻薄屋企人，又唔好刻薄朋友。而家你哋大家嚟飲茶，你哋唔嚟啫嘛。我禮拜六，逢禮拜六喺呢個江城河先，逢識我嘅人嚟到咧都唔肯俾找數嘅。你坐隔離台又得，坐埋我度又得。咁你咪開心咯，係咪先？你得閒嚟飲茶㗎，多啲嚟得。星期六點半，你嗌10-8個人嚟咧，你咪莊小姐知㗎。你嗌多啲人嚟咧，開多張台就你千祈唔好走數嚇，因為我有個公數咧，我間嚟航公司咧叫賺到啲錢，我俾到啲學生做嘅，咁我一撥咗筆錢出嚟。23,000，逢人哋嚟到識到我哋咧，都唔使一找數啦。逢星期六嚟上嚟飲茶。好嗱，但係有啲即係好多人都想知嘅問題啦嚇。男人嘅性能力咧，就到咗老年紀點樣保持咧？要練嘅。點練法？有個弓咧，只腳咁樣叉開嘅，咁樣。腳咁樣啦，或者腳咁樣企嘅原本。但咁樣企。每日踎低起身，即係等於我哋做深蹲嗰下嚟。係啦，50次。50次，最好就50次。初初唔得啊，做30次，慢慢加翻上去。包你掂。咁當然你啊，同埋有一樣嘢要戒嘅，千祈唔好食偉哥。點解？搞透支啊！屌唔撚得嘅。一搞透支咧，你會傷嘅。即係你保持喺度。嗰個咧，呢個好緊要，呢個同埋你又冇嗰個
嗰叫咩？嗰啲泌尿科嘅病男人最緊要。前列腺。係呢、這個練呢個功咧就冇咗一樣嘢。嗯嗯。嗰、那個下盤咧好重，佢帶翻個氣咧落翻佢上翻嚟，但只腳要咁擘開嘛。嗯踎低起身50次，五十次。如果你而家唔聽話咧，你練翻咧就犀利啦。我、如果你早衰退，我聽話。我話如果聽啊個博士，如果有啲人早衰退嘅話咧，即係話佢50歲啦，已經彎咗啦，而家練呢個功咧未必掂嘅。嗯嗯。咁咧你要泰國。嗯。去泰國咧，去嗰古法按摩。嗯。要住院噶啦，嗰啲要去。佢唔使住院，唔使住院。你揾古法按摩咧，同你講，揾一啲師傅識嗰下手法嘅，嗰、種回春術，唔貴嘅喎，即係專醫男人不舉嘅。你做兩次就掂翻噶啦。哦。泰國有一種獨門手法啊。哦。係啊，有啲女師傅識噶。係、哎。啊。厲害㗎。係啊。泰國有獨門手法㗎。嗯。你去泰國揾個古法按摩嘅師傅，你話咩？邊個識呢下手法？嗱、我細佬唔掂喎，揾人幫幫手，包你掂。咁但係好尷尬嘅，即係。屌邊個尷尬？係有病有病啊！點尷尬？健康嘅，你大大聲點夠撚做啫？屌！唔係大嗰啲，我唔得。邊個同我搞掂佢？唔係唔係，屌你！頭早收工喎，唔掂啊！呢啲古法按摩係好好常有嘅，我都試過，不過又唔係為嗰個。有啊，有呢下手法㗎，有啊，有啊，有啊。咁啊，阿博士啊，就喺佛學入邊咧，就即係我哋主要就覺得有醫術啦。咁我哋即係都一路都介紹個道家嘅醫術。咁喺佛學入邊係咪都有醫術嘅？我哋佛學醫術咧係古印度嘅 Veda 啊 ，Veda 醫術。嗯。而家我啲班咪教緊人咯。嗯。我哋嗰個係咩嚟嗰啲？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我哋係。個個人都有嘅，即係你又有我有種能力喺度，係自己修補嘅。但係你嗰啲掣鎖咗，你唔識開咗，你嘅飛一就 call 翻醒我啲神經嘛。或者同佢有啲淤血啊塞咗，你同佢通翻佢，教佢練翻兩個功法，佢自己咪好咯。係好簡單嘅，因為係最深奧嘅醫術係最簡單嘅，唔好咁撚複雜。一複雜咧就係擺門嘅嗰啲，佢係塞坑渠啫嘛。你通翻就掂噶啦喎，即係譬如話有啲人眼睇唔到嘢，或者蒙咗，或者有啲黃斑，佢就個眼球後邊嗰啲營養素淚腺塞咗啊嘛，或者異化咗啊嘛，營養唔夠。但係你點通佢後邊眼底咧？你針灸做唔到，要貼喺嗰個頭嚟通後邊血管啦。咁呢啲係比較秘密啲嘅手法咯，所以有人教咯。有啲用多數用點解要用咒音咧？就係佢個咒術多咧，就佢個咒術咧，佢用聲頻嚟打翻通你啲神經系統啊嘛，震翻開佢啊嘛。所以你大家得閒上 YouTube 聽下印度嘅健康聲頻啊，都有效。哦，拗頸又笨柒。人哋嗰啲係好撚古老嘅科學嚟嘅，你哋唔明解嘅，因為佢個微型神經咧係用佢個震頻先震得翻開嘅。你咪見印度嗰啲健康聲頻好多嘅，我就譬如我自己親身經驗嘅，譬如有啲佢哋練啲嗡啊，係啊，嗡字好犀利噶，佢個嗡字咧就係原始嘅聲音嚟噶嘛，即係宇宙本體嘅聲音嚟嘅，本音嚟添，係啊，本音嚟噶嘛，本音，佢三個音嗡啊空都係本音嚟嘅，代表三種顏色，要解到呢三個字嘅究竟咧，屌咪要解一年都未掂啦。一解耐咧，涉及好撚深奧噶。因為你宇宙嘅聲音，有一種聲音係大種之聲，有兩種，一種有情，一種無情嘅。咁有情嘅功能喺邊度？無情嘅功能嘅聲音喺邊度咧？咁一分類咧，一搞入咧，你頭腦大撚埋。咁啲咒音嘅緣起、咒音嘅運用、咒音嘅功能作用，根據個時辰日子啊變化有。同埋你所用嘅咒術用嘅目的係乜嘢？點樣練法都唔撚同噶嘛？呢個就係我哋古印度啲大瑜伽師嘅法嚟噶嘛？
咁啊，將來可能啊，教啊博士可能都花少時間。好撚心喎、啊，大佬，點你你求其打開個 YouTube 踢門就你撞撚緊板啦、啊！佢冇人氣啊嘛，咁咪即係個鸚鵡念咒咯。啊，係，即係鸚鵡學咗你嘅咒術喺度念，咁你會唔會有效咧？嗯哼，所以啲人播錄音帶聽咒啊，好撚戇鳩噶嘛，冇人氣啊嘛。嗯，個咒音本身冇嘢嘅。嗯。乜撚功能都冇，嗰把嗰盤咒咧，最大嘅力量咧就佢係你唔撚知係乜嘢。嗯，係係係啊，即係以前我哋都同一啲即係師傅傾過呢個問題，佢話其實你唔需要知嗰、那個、那個意思。唔需要知啊，係佢嘅功力就係冇意思。嗯、啊，等於共產黨最撚威水咧，就冇原則嘅原則嘛，係、最撚惡噶嘛，咒音都係。佢最撚大嘅威力就在於佢冇意思嘅，一有意思咧已經係有偏差啦，執撚埋一邊啦嘛，咁就唔撚靚嘅。所以呢個比較大家慢慢要諗啦，點解會冇意思咁撚威？即係冇內容，淨係以係嗰個叫振頻。你共產黨又啦，佢冇佢嘅原則就冇原則，就當係原則。最撚靈活嘅，點撚樣都得，點都得，係點都得，冇所謂嘅。OK， 呢個心無嘅，呢個心無。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啊，博士就如果我哋而家想睇佛經啦嚇，有好多好多經嘅，咁你覺得我哋睇佛經個心態同埋人生時間有限，如果特別你唔係出家嘅，你點樣去吸納到一啲咁龐大嘅體系嘅知識？我而家好方便咯，大家上網睇嗰個馬恩德尊者，馬恩德尊者喺 YouTube 佢講得好齊。佢係廣東人，喺緬甸出家，係研究巴利語佛學嘅。而佢所講嘅視頻咧，我聽曬㗎啦，佢冇加減。他遵守了整個守則，馬恩德尊者，歡欣的欣，馬利的馬，德行的德，大家按 YouTube 有的，他是很完整的。不過另外呢，如果有人想家人老年人或者自己想心境好一點，或者世間人都追求一些對自己得益的，你有時間呢，你看完那個佛陀劇集一定受益。劇集，呢個佛陀劇集咧，個印度大富商俾錢出嚟拍，係五十幾集嘅，咪45啊，五啊幾，係拍得非常好。咁你會領悟到咧，嗰啲法術喺邊度？領悟到咧，點解佛陀會出家咧？咁，領悟到好多背後嘅。你睇完個佛陀劇集，你係比較有福氣嘅人。因為你有多啟發到人生的生命背後，但你想聽佛經咧，唔使睇啦，你就聽馬恩德尊者，佢齊曬嘅，全部齊曬嘅，好多基本部齊曬。好啊，你真係想深入研究咧，唔同啦，你要搞佛法咧，要有師傅啦，個師傅要有經驗啦，嗰個真係要有名師嘅，即係睇下你嘅福氣撞到邊個，佢念一盤咒，點樣行法行出去，點樣用？佢念咪靚喎，屌你念咪唔撚靚咯，大鑊咁咪大佬，即係同埋嗰種音點會靚咧？係咪分別邊度咧？就呢個心無啊，啊呢個就係心無。但喺普通嘅常識咧，你哋嚟問我都 OK 嘅，即係好簡單嘅嘢我能夠識答，心無啲咧我又唔識答嘅，因為佛學太深奧。但普通文食 OK 啦。好啦，如果我哋有篇祝福文，你上 YouTube 寫住一撳祝福文就會走出嚟嘅。有中文版本，有英文版本。係，我都收過，我哋都收過。如果你英文版本，你教細路仔念完咧，我包佢英文進步。佢作嘅文咧，佢阿 Sir 都嚇撚死。佢可以教佢點樣用個程式嘅，有種隱蔽力量嘅。中文版本咧，你念咗或者聽咧，你一定冇咁驚。因為而家啲人唔撚發達咧，就驚啊嘛。驚輸啊！你驚輸，我咪冇撚得贏咯。我祝福文我一定幫到好多人嘅，你會定好多嘅睇問題，知道。這個今日大家上嚟有個好嘅機會啦，因為個社會需要香港人咧更加要堅強啲。唔好驚。你唔使西驚共產黨嘅，你唔撚鬥個啰柚就得㗎啦。屌你上街示威，
和平示威，爭取單程證一半，爭取改革個醫療免費，咁就算撚數。你冇搞咁撚多無謂嘢，因為嗰個有佢命運噶嘛。你同佢，你唔撚搞民生，搞民主，個民主又唔知乜撚嘢。但你搞民主最目的都係民生嘅啫。咁我點解要搞咁撚複雜咧？我就搞民生，爭取乜爭取乜，一定要佢 settle。咁你就成功嚟。今日咧就嚟。你講呢啲嘢唔夠共產黨玩噶，因為佢有公權力喺手，仲係一個冇原則當原則嘅政治團體，你實死噶。咁你製造曬成扎土共加肥屋樣，你益撚咗班友，佢原本個個乜都冇噶，係你班友出去搞佔中，搞成搞撚到個撚過去有一官半職撈啫嘛。咁我哋而家即係一般人嚟講咧，需唔需要呢個宗教信仰？心力強的人不需要，那篇祝福文就叫人不用有宗教信仰，要信祖先，信祖先那個是感恩的，你連祖先你要信仰尊敬的，信祖先。但是一般人有宗教好過沒有宗教，但就千萬不能信邪教，信到拿個掟炸彈那些無論為，因為有些人需要宗教，他那個人的資質啊，心靈的力量不夠啊，他有種東西依靠的嘛。如果你沒有了的話，他就世界更加亂啦，不是世界個個咁叻嘅人。但如果心力夠強的人咧，就唔需要，係唔需要宗教。但有嘅無妨嘅，一個社會劇情需要。佢信啊，鬼神都好噶。係啊，係啊，有啲嘢驚。有啲嘢驚嚇，即係共產黨不撚嘢都唔信嘅，搞到冇底線咯，變咗做咩都冇底線。OK， 嗱今日咧就好精彩，因為點解咧？我哋做節目咧，我哋冇連 break 都冇 break 過噶嘛。教授一路問，即係阿博士，我哋一路問一路答，係嘛？咁啊，剪即係好快就過咗兩個鐘啦嚇。咁快啦嚇？係啊，兩個鐘啦，兩個鐘噶啦，你自己都唔講啦，真係係嘛？咁嗱，仲有好多嘢咧，就我哋都想請教阿博士嘅，咁但係時間所限啦，咁啊唔阻住阿博士。第時有機會啦，吹下水呢個，因為我哋人類咧，仲有一個特色，除咗守時之外咧，人類仲有一個特別功能咧，係傳承嘅知識嘅。動物做唔到。所以我哋大家做咧，應該要做。係。只有人類先做到噶嘛。即係等於同只有人類先可以守時噶嘛，即係我哋能夠傳承知識，係咪啊？幾千年嘅嘢，我哋而家都可以傳承俾人噶嘛，我哋都係靠人哋傳承俾我哋噶嘛，我哋而家做翻咧係應該嘅，即係我哋做翻人嘅嘢，唔係做神嘅嘢，本分嚟嘅，係本分嚟嘅。咁大家有機會做多啲咯，社會需要嘅。好，咁啊，再有機會時候咧，一定係請阿博士。多謝多謝多謝，喂，多謝幾堂。哇，咁樣嘅。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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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禮貌嚟㗎嘛。OK， 多謝多謝多謝博士。OK， 好，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